摄影机。继续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公开部分。以上宣读。先介绍一下在场的委员：刘四方委员、蔡思印委员、罗志正委员。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李大为李部长。
政务次长侯青山侯次长。侨委会副委员长李副委员长。文化部交流司检任视察赖梅林。教育部教育副参事陈宝林。经济部国贸局双边贸易二组的副组长管培奇。农委会的渔业署远洋渔业组的副组长林秀林。有来吗？哦，请你这边没位置吗？请到这边坐，到官员这边坐。好，原能会的综合计划处国际事务科的科长赖宏志，赖科长。交通部观光局的国际组科长曹义书，曹科长。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专门委员刘家伟，刘专员。那我们现在在处理外交部106年度的预算主管公开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请好，那我们先请大家就位。我们现在先请议事人员宣读外交部106年度预算公开部分的税入及税出数。税入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68项外交部第一目赔偿收入181万元，第69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赔偿收入无列数，第70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罚金罚还及代金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第61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36亿220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4项外交部第一目财产孳息2270万元，第二目财产售价无列数，第三目废旧物资售价658万5千元，第85项领事事务局第一项财产孳息无列数，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86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1项外交部第一目杂项收入5亿9457万9千元，第82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杂项收入682万2千元，第83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杂项收入39万元。税出第八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外交部第一目一般行政80亿2633万5千元，
第二目外交业务2亿3815万8千元，第三目驻外机构业务30亿5872万6千元，第四目国际会议及交流16亿1153万2千元，第五目国际合作90亿5697万9千元，第六目国际关怀与救助1亿2943万8千元，第七目一般建筑及设备2亿4509万3千元，第八目第一预备金7950万元，第二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一般行政2亿5968万9千元，第二目领事事务管理12亿2588万元，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260万元，第四目第一预备金150万元，第三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一般行政6902万1千元，第二目外交领事人员奖席1668万元，第三目第一预备金125000元。以上宣读。我们请提案委员要先宣读。好。税入是不是？没，等会我们先读税入的部分。V 案的一二三嘛，哈，三案，我们这三案先一起宣读好不好？好，请宣读。V 案。国人国外旅游风气盛行，106年领事事务局仅预计核发190万本护照，有低估之嫌。原针对税入项目行政规费收入中证照费建议增列3亿2500万元，提案人江启臣、徐志荣、吕玉玲。 V 二，领事事务局税入项目中晶片护照规费收入24亿1220万元，其中印刷及印制作护照费用支出仅10亿7068万2千元，显见晶片护照制作核发收取之规费有其调降的必要，故建请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应适度调降申领晶片护照之规费。提案人吕孙玲、王定宇、陈廷飞、林长佐、罗志镇、蔡诗应、刘世芳。 V 三，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1至7楼共12种场地租借需付相关租借费用，每次由3000元至10000元不等，为其税入部分，并无编列任何经费收入。建请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于1个月内提出相关提升改进报告，并于下年度预算编列中纳入税入来源。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罗志镇、李孙玲、林长佐、陈廷飞。以上宣读。好，先请外交部说明。谁要说明？说明的时候先报你是哪个单位。是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关于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税入部分啊，关于第一案江委员的提案，就是希望我们税入能够提升，然后我们的护照核发量应该要高估。那跟委员报告一下，基本上我们的护照的核发量从那个100年以后就逐年的上升了。那事实上也是有几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外交部不断地在推动各国跟我们这个给予我们国家这个国民的免签证的待遇啊，所以签证便利，然后这个国人出国风气就开始越来越兴盛。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台湾的护照非常好用，所以大家就不断就出国量增加，然后也包括这个廉价航空啊，也就推销很多的廉价机票。所以呢，从100年开始不断的上升，100年我们发了156万，101年160万，然后到了104年的话是到了最高峰，突破了200万的核发的护照的数量，到204万。那但是呢，今年呢，105年，我们已经感觉到有那个有降低的趋势。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护照的效期有10年，所以呢，大部分这个的喜欢出国的人都已经拿到一本10年的护照。所以呢，陆续来的话，这个陆续几年我们估算是没有这么高，大概不可能再突破200万本。所以我们是预估今年呢，我们估计可能195万。那明年我们106，我们估计是大概不会超过今年的数量，有可能下降的趋势。当然也包括我们人口的成长率也是没有上升了。那这个
所以呢，所以不太可能增加护照的核发量。这跟委员报告。好，请江委员。啊，虽然这是税入不是税出了哈，但是我们还是给自己高一点的目标啦。因为你们一到今年一到七月底，其实你们已经发行了，平均每个月已经发行了18万本啊。一到七月发行了128万5237本，所以平均每个月发了183600本。那如果照这样子推估，其实你们今年应该可以发到220万本，啊，那就算明年有减少了，啊，就算明年有减少，我觉得也不至于低到只有195万本，啊，那所以如果说，照今年这样子的量来推估的话，我这边是说建议说你们应该要增列3亿2000多万啦，啊。那如果你们觉得说啊，220万本，明年好像情况不会那么好，但是起码应该不会只有195万本那么低啦。我觉得大概应该至少也差不多200万本左右，啊，所以这部分还是有在税入上面有增加的一些空间，啊，是。所以这部分我是建议应该再增列一些啦。是，鲍委员，我们这个预算，9亿7650万，事实上是印制210万本护照的这个预算费用，只是中间还有很多是，印制以后，我们是实际发出，可能是预估是没有210万本，跟您报告一下，谢谢。主席，那针对这个啊，请委员，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哈？那个刚刚江委员讲的还蛮正确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预计核发的是200万本的话，那因为这是属于税出要增列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增列大概就不可能是1/10了。如果按照江委员刚的计算标准的话，看起来就是等于是1/100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因为这个不是只有印刷费用，还包括你收那个规费，那如果这个收入是可以增列的话，我是建议就是说变成是3000多万，就是如果按照江委员所提，我按照你的比例算的啦，按照你刚刚讲的比例算，那因为这是税入不是税出，那如果领事事务局可以接受的话，我觉得这还蛮可以的，因为你们到时候也是税出税入要平衡的。还好啦，增加了一些，增加的。你刚说200万本，我是用那个比例算。对，如果用200万本来算的话，好，还可以再增加收入多少？嘿，好。我们来增加预算，那税入的预算，收入了，税入的部分嘛，大概是3000万左右了，可以吗？3000或5000应该。那没关系呢，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平衡啊，那就是这东西你要给啊。我们增加，我们预可以增加多少？增加50000本好吗？50000本，那可以增加多少收入？是多少？这个都算得出来了。我们马上算。哎，一本是多少？1/1300。1350000本，那就6500万了。规费嘛，对啊，对啊，6500万，嗯。那还因为有那个就是1300跟900的。哦，那个，有1300跟900。对对对，因为哦，那这样5000了，调高5000万了，好不好？调高5000万了，好，可以了。好，那这样就税入的第一案，我们就增列5000万。好，税入的第二案。请问文字上的决议有没有问题？所以李委员，可以吗？你同意就。部分有什么问题吗？文字，这个文字决议的文字。决议。同意就不用说，同意就不用说明了。同意就同意。这个调降恐怕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的规费的调降，跟您报告一下，就是还有跟各委员报告，护照的规费是国库的收入，那国库的收入基本上我们护照规费是点滴入库，并不是流用到我们的其他的印刷护照的支出，所以他们两个是没有对等性的。那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护照是一个这个国际的旅行文件啊，有出国的民众才需要申请护照，所以基于这个使用者付费的这个原则来定价呢，才公平啊。那个我们那个护照的价格呢，其实跟各
各国相比较的话是相对很合理的。我们的十年的护照的规费呢是1300台币哦。那我们也跟调查一下世界各国同样十年的护照，他们的规费事实上是比我们的护照的规费要高到3到5倍哦。那加拿大的话，它加拿大护照是一本是6400台币，然后澳大利亚是6170元，瑞士是4534元，美国是4253元，日本是4190元，所以都比我们的护照规费要高到3到5倍。所以我们目前的我们护价的这个规费是护照的规费是定价是合理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外交部应该可以再去做个评估看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旅游丰盛，这个旅游的这个其实风气还蛮盛行的啦。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借由这样子规费的调降来鼓励我们的国人能够出去的增广见闻，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说这个部分的话，我是希望说你们再去做个评估看看啦，好吗？好，我们再做个评估。这个决议案，对，所以我希望你们再去回来再研究一下。那可以了哈，就是说，因为马上降，这个影响到那整个税入部分，就是说，你本来写建请外交部领事局应适度调整嘛哈，把那个应改成研议，好吧？啊，建请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研议调整，这样就好了。好，还是用改成评估啊？评估也可以，建请嘛，改评估好了。建请还是留着，然后我们应适度调整，把它延议适度调整，我们延议一下委员报告，适度调整它调降内容，这下修改这个文字可以吗？现在委员跟你们建议，是就是在这个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延议好吗？应延议适度改成延议，适度把它改成延议，好，适度改成延议可以，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好，那就修正通过。要好吗？应不要好吗？请研议，我们会来研议，然后给委员报告。好，好。这一段倒数第二行，从故建请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没有应了哈，就改成研议调降申领晶片护照之规费，这样子是好。好，那就修正通过。那 V3案的文字有没有意见？我是外交学院副院长洪慧珠。我针对这个第三案，先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为什么近年外交学院没有增列这个场地租金费用？那是因为那个外交学院的功能是教育训练、政策研究还有国际交流，所以针对这三个功能呢，我们近年外交学院办理很多的活动，而且都是以我们外交学院自办，还有外交部相关单位主办或协办的外交。国际事务及公共政策有关的活动为主。那么像这个今年呢，除了我们学院自办的各项课程讲习训练班的研讨会以外，另外根据我们的场地使用管理规则，免费借给外交部主办的活动也有达到55场，为外交部节省了数十万的场地租借费用。那么本学院的荣训率也达到65%左右，所以也已经不太有空间在外界给其他的外面的团体来收取租金。但是呢，依据这个委员的建议，还有这个持续提升外交学院场地使用的率，并且增加政府的税收呢，本学院自明年107年度起啊，将酌编这个场地租金税入预算。谢谢委员。那要编多少？请刘委员。我就是根据他刚讲，那你要编列多少？你跟我讲说，以前呢，全部都借给外交部是免费，但是我是根据你们自己自编的这个租借给其他的，那你完全没有编列任何经费收入啊，那表示说你税入税出这样子是不公平的啊，这样没办法做平衡。你是零嘛，你现在没有任何编列经费嘛，你现在经费给我讲1元，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不可能是零嘛。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有没有可能去编一下？报告委员，我们是可以再编一下。像我们今年收入大概只有1万块啊，
那 也许明年的话，我们可以就只有租借一场而已。那个地方是很好哎，那是台北市的精华区哎。对，那但是因为我们限于人力限制，还有场地都是借给自办或者外交部各单位办。那个我没有意见，是。那我也是希望说，也可以提供给其他的民间团体，当然是外交部会审核的啦哈。是。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万的话，那我就建议就是放一万，不要零。没有问题。好，谢谢。好，谢谢。主席，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们好像被监察院稍微检讨过，就是说那个当时外交学院使用率偏低嘛？你刚才说现在使用率已经高达九成，是吧？哦，对呀、啊，我们的容训率是达到百分之六十。可是如果租给外面 NGO 办活动的话，这种空间已经没有了吗？对，就是所以没有税入、啊、空间不多。没有关系啊，我现在对啊，税入还是要有，完全没有，好像你们完全。没有想象说要让 NGO 来接我们场地那种感觉，是着编一下就好了啦。好，他说他今年只有收一万，那我就是建议说你放一万好吗？但是他的改进报告就是刚刚罗委员所讲的，因为监察院有针对这个是提一些建议好吗？ 好的好，那其他我没有意见。好，谢谢。好，谢谢委员。那这边的修正。修正就是说，他的那个经费收入，找一个看哪一个目或者哪一个子项列一万元，然后就是外交跟国际事务学院的那个租借相关费用，或者放场地都没有关系。你要外交部使用收入这个 V 三这个决议，你把文字修正好，现在可以马上吗？好，可以马上修吗？这样子好吗？那就是最后一行了，在下年度预算编列当中哈，编列。一万元纳入税入来源，好吗？最后一行的最后一行，但是也是改进的报告要提一下。好，那个主席，在最后一行，并于下年度预算编列一万元，对，纳入税入来源。哎，这样外交部可以吗？可以。好，那就文字修正通过。来，接下来。A1、A2、A3，先不用念哈，因为这个部分是针对于捐助跟奖励及慰问跟其他的捐助哈。那我们整个外交部的部分审完，我们再回来讨论，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继续审 B1到B3 避难，请宣读。B1，外交部驻外管处数目与去年相比差距不远，然人事费却大幅暴增三亿，显无道理。原就第一目向下人员维持，减列三亿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许志荣。B 二，依照外交部104年度决算，外交部人事费分配预算数执行率为98.3%，显见外交部宽列人事费用。原针对第一目向下人员维持之人事费，减列5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B 三，外交部为何裁撤关岛、吉达等四个外管？外交部需就驻外资源如何妥适配置规划？原就第一目一般行政人员维持之驻外人事费，减列1000万元，冻结1158万8000元，并作详尽说明。提案人陈廷飞、林长佐、李孙林、王定宇、罗志正、刘世芳。以上宣读，请先说明。是第三个，第三。主计处处长。好。那个关于人事费的问题啊，外交部的驻外人员的经费占了差不多整个部里头的人事费的2/3了啊。那外交人员他们的待遇都是要结会，用结会的这个方式来办理。那因为汇率常常不稳定哦，会导致可能年度执行了以后可能会有剩余或者不足的啊这个情况，所以在编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汇率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是按照106年度预算的暂定的一个汇率1:32.45啊，这个是美元来编列。那这一块因为目前的国际的这些汇率的变动非常波动非常大啊，所以在这边建请就是说能够考量在这一点，我们给他稍微有个弹性功能，像
105年度目前我们就不足了，我们还在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目前状况是这样子。另外就是说今106年度我们有配合那个远洋渔业的产业，我们有增加了渔业署的驻外的8个人员的员额，所以这样子加起来就陈如就是说今年的预算数会增加的原因。以上报告，谢谢。请陈委员。谢谢主席哈。基本上我是比较针对说在这一次我们在整个将外管裁撤的部分哈，那其实从一开始的解释到最后的裁撤，其实到目前为止外界还是对于这4个管处裁撤的一个原因还有理由其实是有一点 confused 了哈。所以我是认为说其实外交部每一次大概我们在谈论外交的议题都会说可能没有办法在台面上去叙述可能都只能私底下，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关一个管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外界的焦点也非常的关注，所以如果说依照我们这样子一直以来在处理这些相关的行政业务都是用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其实是不适宜的，所以我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简略跟冻结。然后那当然我是尊重我们其他的提案委员，然后就是说其他B1 B2 啊，我是认为刚刚我们也有讲说我们的一个人员维持费在今年度是不够的，然后还要跟我们相关单位去报第二预备金，所以这个部分我保留了，我不去做简列，但是我觉得势必要做冻结啦，冻结完之后然后冻结100万，然后去做这些检讨，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行政业务的一个推动，包括我们在这此次的一个外管的一个裁撤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去定的，然后未来当我们要去，因为我们部长也说过外管的裁撤不止这一波，后面也还会有在做所谓整并的一个考虑，但是这样就会引发大家很多的疑惑嘛，而且担心嘛，是不是很多的一个阴谋论又就出来了，所以我还是认为说这个部分真的要从长计议。好，谢谢。这能不能解释针对这个我们的人员的维持哈，就像我们陈委员所讲的，外管裁撤四处，那我们的人事的命令人员就会减少。那这样子，而且你们还有第二波跟第三波都会继续裁撤，在我们的年度预算里面，你们看到105年的减少22人，预算也减少了2336万，那驻外人员也在继续的来减少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你们整个人事费用哦，应该要照法定的编列调薪的依据，或者是我们调薪的人数跟调薪前后的薪资跟调薪的人事命令，才能够整个把它摊开来看。所以这一部分呢，在我们的预算来看的话，去年跟今年，今年跟明年，这个你整个都必须要摊开来，在这个人员上跟调薪上这部分，整个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一个预算的一个简略部分要做出来嘛，是不是？那个主席，我可以问一下，因为跟着主席刚才提问，我也是好奇啊，因为外交部要解释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当然裁并管处不表示人会少，因为他只是做调整，移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增列了3亿元，哈。就是跟相较于去年比，这那3亿元是怎么推估出来的？是只等的调升，所以薪资调升，还是说有新进人员？那反过来讲，有没有退休的，就是人事等等？所以这3亿元可能请外交部要稍微说明解释一下，是怎么相较于去年人这个费用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增幅？那你刚才主席长提到，就是说那美金的汇率有一些变化调整的可能性，那每年都有啊，啊理论上来讲你会预留一些空间没有错，但是。这3亿元到底是怎么推估出来的？可以说明一下。那请说明。这个刚刚我也有提到过，第一点就是，渔业署的
人员啊，驻外人员增加了八个人。这样有那么多吗？这样带多？另外就是汇率的问题，还有一些是考绩晋级等等这些方面，啊、相关的费用它会随同来增加。最主要我们的驻外人员他的待遇啊，他会因为汇率的问题，他那个波动，尤其现在波动真的非常大，以上说明，谢谢。你人外管裁撤了，那这个外管的那个经费也是会要减少，减少吧？汇率差一块钱就两亿。那你本部的人员跟105年度的人员也减少22人了、啊。不是，但是他是公务人员啊，他还是要领薪水啊。没问题，你裁撤了嘛？那你这个3亿的增加？那你为什么这个裁撤并不表示把这些人员员额？那你的三亿是在哪里？你增加了三亿的理由在哪里？没有，那个我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那个我是人事处哈、啊，处长，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哈、啊。人事费，先讲一下那个裁撤管处哈、啊。事实上，如果就说那四个管大概就是只有八个职员，那将来事实上我们是要把它移到业务更需要、更急需要的管处，譬如说东南亚管处哈，所以它的员额事实上裁减管处员额并不会减少，是会移到其他地方去用。那至于这个人事费哈，为什么看起来员额减少，那人事费还增加？事实上员额减少是因为我们配合行政院今年有一个通案三减哈，所以那个员额减少是配合通案三减，那都是空缺哈，所以也没有牵涉到这个现职人员减少的问题。那增加增加两亿多，没有到三亿哦，应该是两亿多，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人事费本来是零成长，可是到目前执行到现在，我们因为汇率的变动已经不足一亿多。那明年呢？现在因为汇率还一直在波动，所以原来今年是用31.4去编的，我们明年因为预估到汇率会继续波动，所以用32.5去编。这个两亿多是因为这样增加来了，包括汇率变动，还有明年因为。你汇率就增加两亿多、啊，对，一块钱，对啊，31.4到32.45。另外就是还有一小部分是考绩晋级会有大概一些差额，所以原额的减少是属于通案，就是是行政院通案空缺去减列的，对对是。那可是你裁撤的是四个外管，我们本部的人员我们就会调回来，对不对？可是你外管聘请的约聘雇的呢？就会减少啊，那你这个经费，外管的房租，还有外管的那个临时的约聘雇的，就会减少啦。那这些预算经费呢？已雇的话，那些有雇员其实也不多，那三个管大概就五个人。那我们也是东南亚管处有一些，他们现在人员四个管，四个管才这四个管，因为那个利比亚是原来原人员那四个管约聘雇多少？五位而已。只有五位，那我们会移到其他急需要雇员的管处去应用。那个是约聘雇是当地的，你要移到哪里？没有，他解散遣散以后，我们原额挪到其他管处去应用。所以，可是我们还是觉得你这个人事费用这个还是要减列了。有这么多吗？我来讲哈，是这样子。你说这个汇率的问题就有两亿多了，你会不会评估过高啊？张伟，我来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都是文官啦，哈，所以如果你把管处裁列的话呢，你的那个人事费用还是要照常支出，不管他被移到哪里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汇率的变动了，不过他们刚有解释过，我是觉得说这些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费用支出啦，没有什么可以那个减列的空间，因为他人。能够请多少人，然后找多少薪水，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不要处理，好，就是不要减列。但是他们如果裁撤，譬如说你租借管的费用啦，是属于业务费，好，或是租借的场馆的费用的话，那个再到另外那一幕再来处理这个，就是减列其他。因为人事费用如果都是文官的人事费用，你没有什么可裁撤的空间呢、啊。他就是我们国家的公务员，你就是要给他这么多薪水。那你能够减的只有什么？譬如说馆长他的什么特资费，那这真的是相当的少。那你也不能有谁去冒领，都不可能。所以我是建议说不要减列为主了。好，那我尊重陈委员啊。那个我一个建议啦，因为确实，刚刚招委所提出的就是说，包括
我们财政管处我们的这些月聘雇人员，你做调整的时候，那他的一个薪水各方面其实也会做改变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增加三亿，虽然我们是预估费率嘛，可是这当中我觉得确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难免会大家有一个疑点，是不是我建议我们就是减列一百万，减列一百万，然后就这样子也不用动，然后就直接这样子通过。因为这个四个外管被裁撤掉，他的月聘人员就是减少了，那你又为了这四个名额要移到别的去，为了这四个名额去增加其他地方的名额，这个是不妥当的一个安排了哦。那这样子好了，这 B1 到 B3 我们先保留，你把所有的相关资料先提供给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来回台回来再讨论。所以你所谓的人员跟薪水的调高调降，还有我们的汇率问题，你把做出一个整个整体的一个细目出来，好吗？好，其实最主要就是汇率，就是从去年原来是105年是用31.4去编，106年是用32.45，这样差起来大概就这样就有1亿多。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驻外人员的人事费一年编了60几亿，那其实就等于需要一年大概需要2亿的美金。那105年的编列汇率是31.4，106年是32.45，所以差了1.05的台币。所以等于相对于来说，我2亿的美金，我的汇差就会有2亿的台币。然后其实我们人事费真正增加没有到3亿，我们真正增加的数字是2亿3615万5千元。对，那我的汇差是2亿，然后再加上渔业署移进来的8个人，他是3473万5千元，所以其实就等同我们的数字。我们并人事费其实是核实编列的，因为其实还有我们的汇差的除了汇差的部分，我们晋级薪差都有算进去了。那可不可以请委员这边？你还是把那个人事的整个那个细目那些做出来，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现在先保留，我们继续先走下一案 ，B4到B20，请宣读。B4到B20同为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B4，外交部106年度预算编列无法反映单位实际税入情形，源于减列106万1千元，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罗志正、李孙林、陈廷飞、林长佐。B5，政府财政拮据，各项所需预算应以准节之用为原则，源于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李孙林、王定宇、陈廷飞、林长佐、罗志正、蔡世应。B6，外交部办理外交小尖兵，仅以英语人才沟通能力为培育重点，显有不足，应考量增加其他尤其是东南亚语文之人才培育，源于已冻结11万元，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林长佐、罗志正、蔡世应。 B7，台电因国际燃料价格连年大跌，已连续数年盈余超收，各单位106年度水电费仍有调降空间，原针对水电费予以减列2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B8，外交部发生高阶文官性骚扰女性职员案，被害人获高等行政法院胜诉判决，并认定外交部决议系违法处分，显见外交部未尽调查责任。原针对业务费中按日案件计资酬金减列43万7千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B9，国家财政困窘，行政工作应以准节支出为原则，原针对物品科目减列100万元，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B10，现今电子载具使用频繁，应多使用无纸化作业，宣导品也应以网络宣传为主，原针对物品科目减列2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11，外交部廉政宣导品效用不彰，原针对物品科目减列10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吕孙林、罗志正。B12，国家财政窘困，一般事务费应以准节支出为原则，原针对一般事务费科目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B13。外交部办公房舍宿舍天母使馆专用区及台北宾馆等养护费，每年编列高额养护费用，
原军队房屋建筑养护费科目予以减列3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 十四，针对房屋建筑养护费予以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B 十五，首长特别费较难看出绩效，原针对特别费予以减列117000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 十六，新政府面对国际重大事件，欠缺应有之应变机制与作为，原针对特别费预算原予全数减列119000元，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B 十七，外交部辖下正副司处长性别比例严重不均，有违性别平等之潮流，原针对业务费中特别费予以冻结19000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罗志镇、吕孙林、陈廷飞、林长佐。B 十八，外交部本部办公大楼、北投党库、天母使馆专用区及台北宾馆等维护费似有重复编列之嫌，原针对设备及投资科目减列3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B 十九，外交部杂项设备106年未建新增计划，却宽列460万元，原针对设备及投资项下杂项设备费予以减列45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B 二十，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之发放未有法律依据，原针对奖补助费中奖励及慰问预算编列减列414000元，提案人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陈廷飞、罗志镇、蔡世应。以上宣读。先跟各委员说哈，因为这个 B 四到二十啊，我们在这个科目里面，是属于业务费，但是里面很多的细目哈，很多的费用都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们B 四五六哈是属于大目哈，所以我们等会底下的七到二十啊个别讨论完毕之后，我们再回来这个大目这个，好不好？好，那而且每个细目里面的那个讨论的一些费用不太一样哈，也有水电费、物品费哈，建筑费用等，那我们就。同样的物品费用，我们就同一起讨论好吗？好，那我们先从水电开始。请先说明。B 七。报委员，我是外交部秘书处处长李方成啊。有关水电费，我想我们106年编了1575万。事实上已经较今年度1634万已经减编了558万元事实上这个我们都是在核实编列，事实上在104年事实上我们的水电费支出是1747万，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够，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在核实减列了这希望委员可以支持。另外我想部里面在有关酒水节水节电方面，我想我们是尽力在做，而且在行政各项评比当中我们的绩效也都很好请各位检查一下。好，那徐志荣委员也委托我了，那你们就遵节使用哈就这案就撤案没意见。那 B8， 谢谢。B8 请说明。外交部，你们每一案是属于谁的？赶快好不好？下，你们拜托一下，对，你们下案就先准备嘛。对呀、啊，每一个都先准备了，已经先报告我们处理的方式了。哦、不好意思，那个报告委员哦 ，B 八是有关那个性骚扰生平会哈、哦。那事实上，外交部这个生平会调查过的这个性骚扰案件，事实上撤销的也只有这么一个个案。事实上，我们的委员都很认真的调查这个案，应该是就是说是见解不同，而不是调查不力哦。而且将来生平会，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再引进那个外部委员来参与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哦。那相关费用事实上也只有编列外聘委员的出席费跟那个撰写那个报告的稿费，事实上。只有47000啦，那这部分的预算还是有它的需要，是不是？恳请委员会支持。
因为你这个是按日计酬嘛，对不对？按日按件出席费，对对，就是出席费嘛、嗯、所以你在这处理过程当中有这种案例发生了、哦，就是没有去做好督导跟调查的责任。报告委员，因为我们的生评会它事实上是独立的，信评会，信评会，对，它是独立的，我们外交部也不能去干涉它做成的任何决议。那这里面还包括三位外聘委员，都是专业的律师哦，所以他们事实上都是审酌相关的事证、哈、哦、证人证实以后，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哦、决议、哦、那我们外交部也都是予以尊重。这个纯粹只是一个个案、哦、那将来如果还有相关的案件发生，我们还是我们的那个信评会还是需要继续审议哦。所以这个因为它的相关预算就是47000，只有这个出席费跟撰写调查报告的稿费，是不是？恳请委员还是会予支持。因为提案委员他是希望你能够简列437000元，那你们就遵节简列这部分。事实上这一部分的费用事实上只有47000啊，是不是？ 对、啊、这一部分就不那个相关经费。他是这样，你信评会这是给外聘的委员的那个酬金啊，可能就只有出席费，不能删啊。你删的话，他要用其他的预备金。因为他这个部分都是属于预估的费用嘛，都是按日按件的，就是出席的。对啊，但是如果他没发生，他半毛都不会领。可是他发生以后，你一定要。那你如果你把它删掉，比如说你删掉，几乎删掉了80%到90%，那就表示说你否定它有性平会的这个存在，性别平等委员会。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议不要动？因为它报告出来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它你外交部也不能介入太多，你是要尊重性平会的调查。嘿，而且它这只是出席费用而已、啊。好，嘿，好，请陈委员。谢谢主席哈，我也觉得说这个部分确实不宜删了哈，因为这只是出席与否，如果有案子发生，必须有出席的事实，他才可以去支领嘛。所以你现在把它做删除了，那是不是也就相对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动了？就是说未来性平会要开会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再邀请外部委员。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不宜啦吼，虽然我们可以请他去针对这个事件去了解、去检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跟徐志荣委员做一个报告，但是真的不宜去删减这一个部分。好，那你们就再另外的跟徐委员做个报告，那就是要实报实销。好，那这就不跟你们删了。现在说明9到11。鲍委员，那个秘书处处长李方成报告跟说明哦，有关这个一般的文具、纸张、油料啊、我想是外交部日常的办公所需哦。那纸张的部分，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外交部不同于其他部会哦，部里面还有一个是电报啊，这是我们跟外管之间处理紧急重大业务是用电报在处理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这边已经例行的节能减碳的规定啊，事实上我们预估106年比104年减少6.8%，事实上106年所编的预算也没有超过今年105年度的这个标准。我想说，请各委员啊免于简列，请提案委员。江委员，这个还是遵节使用了。虽然你们，今年是编680亿哈，明年编623嘛哈，减列的40几万啊，50几万啦。那其实我是觉得这部分，包括文具啦、纸张啦这些东西，你们既然也都是往这个，无纸化啦，哈，电子化的方向来走哦，应该可以再减啦。对，现在因为都是电子公文啦，那都没有印制的一些的纸张的费用，主席，而且都已经无纸化的作业了，啊，多利用一些网络来做宣传嘛，这个来遵节这个无纸的公文这些印刷费那些，这个是要减列一部分嘛。请罗委员，因为我们90、11合并的哈，
然后因为我跟，对啊，就是跟行政那个部分有关了。一样的，对，费用。那我建议就是我们就配合主席的主张了，就三二十万了，就是议事一下，然后表示这个态度。那我们就减例二十，那本来提案一百的那，那赶快拿了。好，主席。对的，主席公给好了，也可以啊，23万嘛，总数600就好了，可以吗？外交部，接受，可以了哈。好，那9、10、11，我们就减列23万，23万4000。好，科目字条。好，第十二案，请说明。我想，民政处处长刘安报，我主要先说明工程查核的部分啊。我想有关工程查核，我们是依据这个行政院的规定啊，有关的各种采购案，我们都会邀集外面的专家跟评审，还有工程会电脑筛选出来的名单啊，这些委员啊，请他们来帮我们外交部当采购当评审，是委员的出席费。另外我们也在训练我们部内的同仁有关政府采购，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外面专家学者到部里面来讲课、这个部分与外交我们国际事务院编列的这个部分并不相同、这是我们部里面自己在运作的部分、请各位委员参考、请江委员。好，这个部分啊，编了4435万、那一般事务费的用途当中，这包括了你们工程施工品质的查核啊、那组织的学习啊、还有天母使馆、台北宾馆的维护管理，还有那个什么清洁消毒这些啦哈、那不过在组织学习这部分其实不太明确哦，而且这部分如果是一些训练课程的话，应该外交学院这边有办理才对、所以不需要去重复吧、那天母使馆、台北宾馆的维护管理，你们另外也有编房屋建筑的养护费用、所以在这边似乎都有这种重复编列的情况啦、所以在这部分呢，我是提先减列500、冻结500的。我可以讲再补充吗？是，委员，我可不可以再补充报告组织学习的部分呢、组织学习的部分，我们在这里编列的主要是，员工参与建议制度哦，就是鼓励员工创新跟建言哦，然后另外就是，鼓励同仁阅读，我们会办理这个专书阅读的心得竞赛哦，所以这一小部分只编列5万块哦。那跟外交学院的那个训练是不一样的啦，是恳请委员这个是不是会支持？来补充说明。哎，报告主席，那个我们这一个 B12的这一个一般行政的一般事务会，其实这一般事务会是在做我们整个部里头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包含清洁啦等等。刚刚委员里头，有提到说，像一些有编的一些房屋建筑的维护费等等、那个是房屋的维护跟那一个清洁啦等等，至于说像那个工程查核，那只占了9万块，它是为什么？每个工程依照政府采购法，它必须要有一个工程品质的查核，这个还要聘请。你们那一部分不是在另外已经编列243万是案件计酬的钱吗？案件计酬那个是，部里头一些相关的清洁维护能力等等的。那跟这个工程查核又不一样。工程查核只是一小小这里头的一小部分而已。那天母使馆这个嘞，天母使馆你们在另外的那个天母使馆台北宾馆，你们另外又有编嘞，你知道吗？你们另外在那个房屋建筑养护费那边，有编一笔啊？那一边是修缮费了。哇啊！你们同样是一个天母使馆，都编在不同的项目里面的费用。它的二级用途别的不同，它要归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是维护管理，不包括养护。养
养护是房子的，这是清洁。对对。你们为什么不一个食馆跟宾馆的整个的那个费用编在一起？一般事务费哦，是很杂的，哎，很杂没有错，就是被你们搞得很杂、啊。你就不知道全部把它拆到不同的地方去，然后让我们兜不起来。没有拆，没有拆。我再确定一下、啊、所以你这边讲的是清洁管理的那个费用，然后房屋的修缮啊什么是另外编嘛，对不对 ？OK。那你房屋的建筑养护费用是包括哪里的？就不止包括宾馆，又包括外交部的。在13。那为什么这个天母使馆专用区跟台北宾馆的养护那个什么维护管理费要另外再编？不，这个真的弄得非常复杂。其实我们这样根本没办法去监督你们的费用，因为你每一项讲的都非常有道理啊。那你都把它刻意都把它拆到不同的地方去。你们没有事先跟我们委员说明。所以，比如说啦，天母使馆到底一年花多少钱？全部夯不隆咚加起来，到底花了多少钱？能不能把它兜起来，让我们知道？啊、哦，台北宾馆维护管理，包括它内外房舍内外所有的费用花多少钱，让我们知道，可以吗？好，那这样子啦，因为你把它拆到，有的把它拆到一般行政，有的把它拆到你们的房屋的那个维护，啊、哦，房屋养护费，哎、欸，这样子拆我们是兜不起来的。然后那个房屋养护里面又有一些用在天母使馆，有一些用在台北宾馆，有一些用在你自己 的外交部主建组里面，所以我们完全兜不起来。所以我这边我们想知道，不知道其他委员，我想知道是台北宾馆一年花多少钱，整个的维护水电还有你整个 maintenance 到底花多少钱，全部加起来让我们知道啊，今年花多少，明年预计花多少，对不对？这个部分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所以我当然就是删了、啊。那个主席，我会建议，因为江委员的那个疑问是有道理了哈，但是我相信外交部这个资料应该是有的，而且应该很快可以找得到哈。我们这部可以先保留，然后等资料补充完再回来讨论，可以吗？那这个部分 B 十二案主要是针对那个刚才讲养护费用跟一般事务费里面那个清洁管理。那这样子，我建议了哈，减列50%了，那你看你冻结300万，书面报告时的动词好吗？就冻结了，不要删了，因为他这个一啊，我叫不说可以啊，减了100了。主席，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B 十二的案子是跟13、14一起没有没有 B 十二，现在就讨论 B 十二，现在只有 B 十二跟13、14没有关系。嘿，但是这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看他有些费用又编在 13、14。他这个费用的这个预算有一点重叠，就是你，所以要请他们再说明。好，你比如说，B 十四当中那个房屋建筑养护费1680万，对不对？它用于本部房舍、宿舍、天母使馆、台北宾馆的养护费啊，然后你现在在 B 十二里面又出现了天母使馆专区跟台北宾馆的维护管理，不是吗？然后B 十八又有，所以这外交部你们的预算都这里藏那里藏。B 十八又出现台北宾馆冷气广播设备、台北宾馆照明灯。台北宾馆的监视器太坏，台北是什么地毯的接待式地毯等等，你把它拆到不同的科目里面去。所以外交部把这些不一样的拆解在里面，但是做的事情全部做到，比如说台北宾馆，或者是那个什么馆啊，所以我才会想要知道到底一年天母使馆、台北宾馆，你的总 total 花多少钱，花在哪里啊？那明年你要花多少钱？花在哪里？有增还是无减？啊，增减在哪里？我觉得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清楚了解，尤其这种比较大的标的的这样子好了啦。因为科目不同，我们一定要分开讨论。但是刚刚江委员所讲，你们把拆开来又藏到其他地方的预算了，所以非常不清楚哈。那我可以建议一下哈。是不是这个部分我们先保留？确实说，因为你把它分散在很多科目，那或许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了。
以前在编列就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在今年既然我们要把它整理好，那是不是请他把资料然后汇整跟我们报告？那现在就是 B12 到 B20 哈，因为你把那个所有的预算这些哈，维修的一些建筑这些都分散在这个几项里面了。那针对这一部分，你12到20，你把。主席，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请卢委员。就是说，因为预算有预算科目的用途啦，有些是那个我们现在有标的物，比方说台北宾馆，然后北投使馆区。可是有时候我们标出去是，比方说台北宾馆加部本部合在一起，所有清洁费用这样标，所以你没办法这样去切，说这样，比方说五楼花多少钱，四楼花多少钱，也没有人这样编的嘛。所以我想只能尽可能去提供资料来做说明。好，那。项目钱怎么算出来？这个还是要说明了。那至于预算科目为什么摆这边摆那边，可能那个详细的部分还是要说明一下。那我建议就是呼应，就先保留一下。那这样子好了，因为这个科目分得很细哈。那针对这一部分，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散的？如果你们要不要一起说明十三、十四？报告委员，那个一般行政里头的，像这里所讲的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那这边特别谈到的这个一般事务会跟一般事务会，我们都可以了解说它是处理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比较多哦。那这些东西有时候这一边的状况比较严重一点，它的经费的动支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它在整个额度的控制之下，它不能超支，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尽量核实来支用，但是，你说现在要规定说我要去修理哪些，那个都要看状况。比如说很多突发状况，那是一般事务会我们预算编列的执行，贵在要有弹性了。但是弹性你要在预算的范围内。现在我们那个框，我们所谓的4435万，这个数字是在做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保全啦、还有一些清洁啦、等等这些，还有住警的相关的费用，都需要这样子来在这边来支用。可是委员还是质疑你们台北宾馆就花了多少钱？那你不能把这些科目分散在这里面呐、啊？你这样分配在里面，我们只讲好听的分配，不是你就这里藏那里藏的。宾馆的没有。主席，我来表示一下意见了哈，就是有关于使馆或者是宾馆的维护哈，我觉得说，我是建议那个我们的外交部不要讲说这叫杂七杂八了，杂七杂八就不符合我们现在在审预算了。那个委员这么认真把你的所有的费用一一罗列出来，只是希望说你在列那个他的这个项目，不管你是哪一款哪一项哪一目，是工作计划分支计划，能够再详细报告，并没有说因为你那个不给你哈。那但是我会建议就是房屋建筑养护费不要删的主要原因哈，我的意思是天气的状况。我们每次台风来哪个地方屋瓦啦、漏水啊等等这些，那这些部分都是要接待外宾，容易造成说，如果你台风来，那个是无法预测，而且他如果要招标出去做维持费用的话，他还是需要有公开招标的程序啦哈。那在外交人员，我们是绝对相信这个文官不会有这个腐烂跟浪费的嫌疑，但是他们希望把品质做好，所以我是建议，就是刚刚罗志正文有提到说，是不是用这个冻结的方式啊，不要用简列哈，因为我看他们在这个上一年度的这个决算的支出来看哈，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他们的预算数。好，那如果现在还有一些气候的因素的话，恐怕对于房屋建筑的养护不足的话，是非常难处理啦。一般行政要挪用真的是比较难，好，好不好？那这样子啦，因为你们的科目里面，十二、十三、十四里面有些金额你都是弹性在挪用了哈，所以你再把所有维修的哪里宾馆还是外使馆等等，你去维修的部分，你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我们先以保留，好，好不好？好，来，先把保留，把说明到最后再来讨论噻。哎，对。那简单讲，也不见得说是台北宾馆花多少钱，什么使馆去发的，说这个钱是怎么算出来，让我们知道一下嘛。是，好，
把详细这个费用怎么支付、怎么算出来的，详细报告给我们。我们现在来讨论十五、十六、十七，特别费，请说明。报委员，那这个特别费是依照行政院的一个特别费的编列标准来编列，这是机关首长、副首长的，必须要去编的这些费用。我是建议那个招委可不可以那个不要动了，因为外交当然他的特别费一定是在公关跟馈赠嘛，而且他也不会是有自己私人的用途了哈。的第一个嘿要减据嘛哈，那导致那个我的部分是十七案的部分了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女性在外交的这个专业哈领域确实比较少哈。那我是觉得说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多让优秀的女性可以出头了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那个次长或者是相关的人可以提出一下说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我的是 B17 的部分。好，请说明。人事处报告哦，那个有关那个我们那个女性同仁的那个比例哦，最主要是因为在民国八十四年之前呢，外交特考对女性名额是有限制的哈，所以当时禁用的女性同仁比较少，所以现在高阶女性的比例就比较低。可是我们在八十五年开放女性的比例以后，目前我们事实上女性科长的人数已经高于男性哦。另外八十五年以后禁用的人员呢，升到检任的比例也已经接近40%，而且已经在逐年提高，所以将来女性主管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哈。那这个预算是不是恳请委员免以冻结？好，我们现在请部长可以回应一下好吗？我想这个多提拔女性，这是一个既定的政策啊。当然，我们这个政府的官僚体系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就是刚才郭处长讲的，甚至科长的女性的科长已经多于男性。讲老实话，我认为五年以后啊，你会看到副司长的女性也会多于男性；十年以后啊，司长的这个的人数也会多于这个男性。我想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在1995年以前有这个对女性有歧视、有限制，那96年以后就开始解禁了。所以你看，我们每年甚至进来的女生跟男生比例是差不多。有时候会甚至于还会高过，所以将来这个一级主管女性在十年之内多过男性，我想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了，好不好？好啊，好，谢谢部长的补充报告哈。那因为已经有提到说，从1995开始哈，已经慢慢在提升女性，现在是已经越来越高阶嘛哈。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了，已经有这个改善哈，所以我这个冻结的部分就不冻结了，就撤回。那个招委，我这一案就撤回，十七 B 十七就撤回。好，十七案撤回哈。那个江委，好，请卢委员。我十五案、十六案没有联署，但是我会建议一下，因为坦白讲，这是照规定来编列了哈。这特别费的部分，那外交工作其实部长的这个特别费是很重要的。那唯一的建议就是说，但不用什么决议了，就是说多用在外交上哈，少用在内交上哈。就是说各国驻台代表大使其实很多，还有很多。在台的外籍人士等等，所以特别费部分，我建议是免予减列，但是尽量把这资源用在真正的刀口外交这一部分。主席可以吗？因为江委员他现在在外面受访，他的简历比较多哈。嘿，他是全是简历，所以他的意见，趁他不在就通过吧。王委员开刀都跑到现场来，我想给他面子吧。王委员又开口了啊！好，那免予检列。好，谢谢。请你喝咖啡。现在十八、十九，请说明。十八应该是刚刚的部分。十八一样，并在一起。就是你刚说你要稍微先保留嘛，再十八。也是一样的。对啊。好，那就二十。二十案是有关这个退休人员的三节慰问金哦。那这一部分行政院也1906年开始有新的规定了，我们是不是就是依行政院的通案规定来重新编列？哎，
所以呢？按照比例，你按照比例是多少啊？要不要减掉？他要算出来啊。这是行政院。没有啊，没有，他行政院有一个处理方式啦。立委员。处理方式会不会变少？一定变少。因为有通案的处理方式，哎，所以这也会变少嘛，对不对？对，会变少。林委员，还是？你现在是说行政院有一统一的规范，那统一的规范它是用百分比来算，还是？它不是用，它可能要重新计算人数，它对对，什么月退休金高于25000的啦，只领一次退休金，政务人员啊，还有驻卫警以后都不能领了，这样。他这个三节慰问金有一个25000的门槛嘛，就是那个天花板啊，那个天花板以下的人才能领，天花板以上的不行嘛。那你们现在编列的数字是有根据那个原则吗？应该没有，还没有，还没有，所以应该要减嘛，是要减，对啊，所以我在问说要减列多少啊？那你的比例怎么算出来？或是说这个类型的案子，我们留到院会再去讨论。对他，因为行政院可以吗？对，可以。我们这个案子就把它留到院会讨论，好不好？因为我相信他应该不是只有这边而已。没有，我觉得你还是最后，最后对啊。没有，就是依照行政院现在的这个标准，通例了。大概什么时候会算好？这个保留到最后好了。行政院的通案标准，我们就是好，我们先保留到后面啊，整个用行政院的通案处理嘛。不用保留啊，不是怎么会保留嘞？不是保留，对啊，你这个就是依行政院的通例处理嘛。对 对, 对，那你们赶快算出说大概是减列多少，那么我们到时候就依照这个减列数处理就好了嘛。是，就这样子啊。好，好，好不好？你马上，你直接，你现在算得出来吗？49.8万，减列49.8万，是49.8万哈。对，就是需要49.8万，49.8万，那减列很多。你确定？你要算对哦。不是那个，我建议这样子了，千万、十万、百万，所以是300，所以只剩300多万哦，减列300多万哦。你是把它算清楚啦，因为到反正你到我们你因为这是各部会都一定。各部会都有的，请说清楚是减列多少？这是各部会都有会有的问题，所以就是最后就是依行政院的。你现在算出来减列多少？我们现在是先预估啦，预估大概就是需要大概50万呐。你减列多少？讲减列的数字，三百六十万，减列360万哦。没有，现在我先讲，不然你就变保留了。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哈？他们既然已经算出来哈，而且我们都知道说那个三节慰问金对于高阶的不再发放嘛哈，那所以我是建议说，可不可以请那个提案人林长卓委员可以提到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哈的新的一个行政院的规定是到25000以下的才会发放慰问金，所以经过外交部哈预估出来，只要保留50万元，其他予以减列。我觉得把它说清楚、讲明白，这样就可以了。那我觉得不用等行政院，因为我觉得说等来等去等成仇了哈。哎，既然这是外交可以那个预算处理的话，我觉得就用这样子就直接删掉。那我们是不是请议事人员帮我们做这样子刚刚那文字上的一个修改？好，陈委员，现在不是要等行政院，因为行政院通力已经非常确定了。现在是怕他们自己算错。对，现在是怕他们自己算错，所以我觉得他们要赶快把它算清楚，算清楚完之后，我们再全部把它简列掉。对啊，你们把我们再把它简列掉。对啊。对不起，主席，就是说这个先保留，但是只要你们算确定之后，就马上就处理嘛。啊，你们不要算错，都要砍了就没了。好。18、19保留，跟12、13、14一起。20也是保留，不是吗？你20要直接处理三减吗？我建议，主席，我是觉得说 B20 既然让他们有个时间去计算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回来讨论，这样是不是会比较恰当一点？一样对吧？对啊，就是让他们去算嘛，那我们继续就是
B 二十是保留，那让他们继续算完之后，我们继续处理 B 二十一。好，那 B 二十你们赶快去算一下哈，确定正确的数字，确定好，我们就直接简列了。那我们回到刚刚的十二、十三、十四跟十八、十九。哎，那我 B 二十我要连数好吗？就这一案，可以，可以。这江委员，哎，他们有跟你在，这个数有列出来吗？把详细的资料列出来。请你拿麦克风说明，其他委员也要了解。好，我们台北宾馆跟天母使馆区的部分，我们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用途别，我们其实是依照中央政府各机关用途别科目分类及执行标准表。比如说水电费，我们就会编水电费；然后它的建筑、房屋建筑养护，我们就编建筑养护；如果它是属于保全费用或者是清洁费用，我们就编一般事务费。所以会分散在不同的用途别。那我们目前有算出来，就是台北宾馆跟天母使馆区105年跟106年度分别编列数。江委员，这边啊，也让大家知道啊，台北宾馆105年水电啦、一般事务啦、养护啦、设施这些，105是1490万嘛，啊，然后明年是1290万，那天母使馆区105年是1563万，明年是1413万，啊，这是今年跟明年的比较啊，那我这边再提出来一下，B 十八这里面其实当然里面也包括了台北宾馆的照明啦、哈、冷气啦这些等等，这些没有错，你刚刚把它算在这个整个总和加总里面的某一项啦啊，那可是呢，我这边要提出来是说，你们也提供了我一些细项的资料，也就是在这个1667万就 B 十八里面的设备跟投资编列的1667万但是你们给我的说明当中其实你们的需求是高于你们所编的啊，你们的需求是高于我你们现在所编列的1667万，比如说。这里面你们有提到说国传师要汰换他的这个摄影器材啊，你们有编列准备要花60万，需求60万啊，那再加上其他的通讯设备这个部分，你们给我的细项总共加起来是1660万啊，那1660万再加那个60万等于是有1700多万啊，但是你们在这里的编列是1667万而已，啊，除非你们那60万不要了，除非你们那个需求我不晓得是怎么报的啊，你们给我的说明里面明明就是有那个60万，啊，那但是你们自己所编的经费里面却少了60万，啊，那所以我就不晓得你们经费怎么编啦，然后呢，这里面啊，其实啊，很多的细项我是不想讲，你们的送来的细项我实在是不想讲，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的编列预算有点草率、欸，啊、哦，连你们自己想要花的钱都没有把它算在里面，然后就丢了一个总数出来，所以来说明的时候，我马上就发觉，哎、欸，怎么会你自己编的预算想要的预算并没有编在你的这个总体的预算里面啊？这个你们要说明吗？不然我就直接简列300。请说明。我想有关这个基本工作维持费设备投资这个部分，我想跟委员报告说明一下。我们编列1667万，其实它是一个资本门哦，当然包括使馆特区，还有包括台北宾馆，还有本部啊、哦，
这个部分主要是汰换老旧的设备，将来汰换之后，这个部分是要列入财产、列入移交的啊。那另外在房屋建筑养护设备这个部分1680万啊，这部分是大概就属于经常门。经常门，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我们外交部多年来确实依照所需要的编列的，是用一般的修缮、维护跟耗材的更换啊。但这就是因为科目的不同，所以我们会放到各不同的预算科目里面。我知道。另外，所以你现在那个国传师那60万不要是不是？国传师那个60万不要是不是？国传师让。那如果这样，如果你60万要的话，那你的编列预算你应该是要1667再加60啊，你应该要编1727万才对啊。不，因为1667是另外我们部里面的一个科目，对不对？对，你们给我的说明里面，这是你们给我的哈，一般行政对不对？汰换通讯跟设备，办公设备啊，其中有一项60嘛。这个是你国传师要的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秘书处的才是秘书处里面有买电话的7万块，然后呢杂项设备费1660万啊，对不对？所以7万块加1660是1667嘛，但是你少算了你要汰换的那个国传师的60万啊，16070，那为什么？所以你们连算都算错。对吧？你们给我的资料，你们自己连算都算错啊！这科目的，连国团师的加起来1667，那你们给我的资料写16670，哎，你确定啊？你不能叫我自己从头再去加总一次吧？韩国团师的，那为什么在这项下里面没有把国团师的写进去？你们要另外写一份呢？没有啊，这里面没有啊。国啊，有没有？没有国，你表格里面1660万里面没有韩国传师的那个照相机啊，摄影设备啊，没有啊。你们没有啊，这是你们送来的、啊。你们送来的东西。你们自己弄错了，不能怪我们没有把它放进去。你们自己送来明明就算错啊！你们国传是只提到说要汰换空调设备450万啊，我没有看到国传师的那个摄影设备啊。来，请我会建议啦。其实那个江委员看的真的非常细，就是说你们自己的错误，就是说说明里面没有把国传师那60万放进去哈、啊，所以我可以建议啦，就是说。这个60就删掉吧，好，阿林科目字条嘛，啊，出来就垮，你去保险处理啊。是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心理的数目字啦？现在将委员提案的部分、那个哦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谈，我现在只是就里面的一案啦哈、哦，但是你刚刚说保留是整个目啦，没有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就是一般行政嘛？刚刚针对12、13、14跟18、19啦，哎，这个有相关啦、啊，这个全部都是一般行政里面的嘛，对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整个一般行政里面砍多少了？没有，要等我再回来456。但哦，还有456了啊、哎哦。这边后面的处理完毕，要回到456。那个啊、哦，这样哈、哦，我所提的这几个案啊、哦，我就直接这边，我原本简列300啊、哦，那我现在简列200了。外交部啊，简列200，简列200了。我跟委员报告，是不是可以在12、13、14、18、19？因为主要汰换两个大的设备，其实这1667万主要是两个大的科目啊、哦，一个就是我们预备就是部里面，我讲有两部主机系统啊、哦，分别是85年跟91年购置的啊、哦。现在事实上那个都非常耗电，而且这个效能也只有40%哦。依照年限8年就可以汰换，我想85年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哦。所以我们预备换我们外交部前栋这个60年盖的建筑这部
350吨的冰水主机啊，所以这个部分大概要500万。另外，国传输空调设备那个部分450万，主要是配合行政院，因为我们在国传输现在是借用在这个行政院那边，都是窗型冷气哦，这个非常老旧，而且整个外观非常难看，所以我们配合行政院，他要改为中小工。那部长特别会来换了。那我建议了哈，就是说其实外交部已经自己在内部已经着山了600嘛，对，跟去年度比起来，那这个东西真的是都在刀口上面，而且是它维持基本的运作，但还是要着山了。我建议就是着山100，然后部长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就接受，就这个项目就过去嘛，好吧？江委员呢？啊，100了。好，那12、13、14、18、19，我们一起简略100万。科目字条，那请20案算出来的正确数字。主席，我再问一下，那个20案这个啊，因为我听说在其他的委员会也有留到院会，想说整体一起讨论，因为我想还是有不少人是认为，不少委员啊，包括我在内，认为应该是全部都删掉，因为这个，对，这个没有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嘛，退休人员的这个删节。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我要不同意，就保留，把 B20 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好，好。后面有一个 B37 案哈，请各位委员看一下。B37 案跟 B8 案有一样啊，跟 B8 案的科目是一样的。好，那 B8 案是撤案嘛，哈，那 B37 案也请问一下江委员，因为是同一个科目。所以你现在是要怎么样？就是 B8 案是撤案了，那因为 B37 跟 B8 案是一样的。他是案件计酬啊，案日计酬啊，没有就没有，三，但是不一样费用嘞，不一样的项目里面嘞，哎呀，这个是在档案跟资讯管理的嘞。这个待会再讨论。哎，你刚刚讲的那是信品那个，那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好，那就等一下再讨论好了。好，这个跟信品。那我们刚刚讨论到 B20 哈，那我们回过头来到前面的。B456这三个一些工作维持费，我们回来处理456哈，那在我们 B7 一直到 B19 这部分，总共是减了134万4000元。那提案委员、李委员，456，还有456。因为我们跟一样的大目里面，那我们后面7到19已经简略了123万4千。嘿，是。那你若不要再删了，请问您，喂，我没有要对于删减的简略，因为我有提简略跟这个冻结的部分了。那简略的部分我不坚持，但是针对这个冻结的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说我们政府现在目前在推广这个新南向政策，那我认为说这个东南亚语言的这个人才是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说这个部分还是做一个冻结，那也希望说外交部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提出一个报告再来冻结。除了你就不增加简历了嘛，哈，只要冻结说明。对对对。我建议就是说，因为我看过，就是之前有后之后会有一些决议案是跟这个有关的啦。那我建议就是用决议的方式来处理，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冻结了？因为报告是一定要报告的了，可以吗？
就用决议的方式，然后要求外交部提报告，然后就不要去冻结，并到后面的决议案处理，这样可以吗？好，我是可以不坚持啦，但是我希望说，外交部在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的关心，好吗？部长，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那就改决议了哈。我咨询过很多次了，那你们外交部其实也回答过很多遍，但是我今天为这样子，咨询，就是希望说你们对于这个新南向政策要更加的重视，这样子。好，就这样。好，那四五六就不简列了，改成主决议。好，我们现在就继续21到37案，请宣读。B21到37同为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档案及资讯处理。B21外交部档案及资讯处理计划说明不清。源于于简列634万6000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B22外交部办理强化资讯安全专案，其计划内容未臻详尽，源于已冻结1/4，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林长佐、罗志正、蔡诗颖。B23到24系针对1/3计划档案及资讯处理项下的业务费。B23相关经费未依预算法规定及本院决议编列，又106年度强化资讯安全专案中包含育才撤资、外馆、挪威、关岛等，原针对业务费予以减列500万元。提案人蔡诗颖、吕孙林、罗志正。B24外交部以公共新闻稿委外案采购中央通讯社讯息服务，其采购形式内容恐有违反预算法之嫌，原针对业务费予以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后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诗颖、吕孙林、罗志正。B25外交部未依预算法第39条规定及立法院决议列明全部计划内容，原针对第一目档案及资讯处理项下业务费之强化资讯安全专案经费，原列1,04,617,000元，原予全数冻结，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26针对一般行政之档案及资讯管理项下强化资讯安全专案经费予以减列700万元，提案人陈廷飞、罗志正、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B27予以减列5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B28、29系针对国内外各项资讯等维护费用编列3,318,400元。B28应认为有经费重复编列之嫌，原予减列5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B29预算书内无细部说明，原予以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30政府网站服务网 GSN 维运等经费编列1,464,700元，为经办至今弃无看出任何具体成绩效，经费显有浮编之余，原予以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31水电费编列，然观其编列说明完全找不到水电费支出用途，原针对水电费科目予以减列43万元。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正、吕孙林、林长佐。B32外交部 NGO 双语网站预算编列未核实，原因针对资讯服务费予以减列30万元。提案人罗志正、王定宇、蔡诗颖、吕孙林、林长佐、陈廷飞、刘世芳。B33NGO 双语网站预算未依业务时需核实编列，源于减列500万6000元。提案人陈廷飞、罗志正、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B34外交部 NGO 网站未依业务核实编列，且未具效益，原针对资讯服务费予以减列58万6000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35
外交部公文办必归档委外服务所需场地及档案库等租金编列23,518,000元，外交部应有人力承办上述业务，实不应委外办理，源于简列10,000,000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B 36，外交部临时人员酬金未提出具体说明，原针对编列900,000元全数简列。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B 37。外交部第一目项下档案及资讯处理之按日案件计资酬金，查有重复编列且有浪费之余，原针对其编列920,200元全数减列。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以上宣读。各个委员哈、报告一下。我们李部长哈、10:40要请假。到下午1:30，他要接待外宾参议员嘛，哈、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到37案都念完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等会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那请所有外交人员，我们这相关科目哈、各个费用能够沟通的就先沟通。
他就当时说是五十万电脑的，好吧，好，不用全天了。
们本来那个费业部分，当根据那个财政部前那个表，12月10号各委会要把那个费业部分也收，但是还没起，不可能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有委员会，所以我们就没有。我刚才跟你讲的，潘先生很同意，就是说公预算审完之后，我们可以找他去考察，回来再审，好不好？可以，不会拖了，不会。开始啊。因为这个是几位执政党委员提的案子哦，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去努力去做去试哦。可是问题是说，如果是行政部门的官员，就是就算他没有上任，通常我们的官员其实说我们不会对外讲说有这么一回事。两年要求我的，年建请了好不好？我给你讲，年建请外交部应用了。安排每方人士，就这一家不要安排一个每方人士，这样就好了。过去惯例嘛，王立啊，对，他这是行政或立法就不用写。但是因为他是就是说这个不讲，对，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去做，我们绝对会去试。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就算那样，我们是否也不能讲，所以就是把它放成这样的话，就有点为难啊。因为我们的惯例是我们都对外不会承认。好，还有什么事吗？这种三个字。可是你可以在你书面报告里面不要提呀、不要提哪些人呢、因为这些绝对都是我们去努力的目标，我们一定会去做。可是问题是说要动多少？书面200多万。是冻结了，可是我就说这个议题我们会比较为难。可是明年我们做还是会做，但是要提书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违背双方的一个默契。对啊，那真的很难。写那么清楚、所以我都没有签，我签都不知道怎么。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刚刚已经宣读了 B21-37， 那21、22是属于大目哈，我们等后面的23-37讨论完毕，我们再回过头来，先给保留哈。那，先请外交部说明业务费。外交部，你们赶快后面要说明的先准备好了。好，B23，外交部资电处处长李志正报告。这个，跨国骨干网络是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交付任务，他在国安会自动安全指导小组里，这个列为主要工作，并且追踪项目。他预计分6个阶段办理90个管处的跨国网络建制跟相关经费。这个有关这个挪威关岛要裁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有相关的这个弹性的做法，就是万一奉准，现目前还没有奉准，万一奉准的话，我们相关的这个经费可以留用到下一个阶段。这个。恳请委员这个谅解。当然这个骨干网络后面还会提到好几个案子都跟他有关。骨干网络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台湾上次就报告过，台湾如果在网络被封锁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这个对外沟通的管道，因为它是专线，所以这个行政院交办呢分好几期来做。那我们目前已经做了29个管，那现在做22个管，其中有包括预裁撤的管。所以如果奉命的话，我们那个经费会保留到下一阶段。谢谢。好，你的说明的是从23那到第几案？26哈，23-26。好。跟26，24、25是另外的案子，是。23。啊，到27，27也是。针对23跟26两案哈。还有27。还有二七有吗？
对，因为我们的资讯费它划在一般行政的项下，所以，二十八、二三，来，你再讲一遍，二三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六、二十七、七、二十八、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九，都一样的吗？是，大致相同。跳过二十四案是吗？对。好，那我们请提案委员蔡委员。啊，这样就好，市长，就照你的要删减是吗？蔡委员提案删减五百万，外交部可以吗？哎，报委员能不能少一点？我可不可以建议了哈？因为这几个都跟那个骨干网络有关嘛哈。那因为这是配合行政院推动的一个事项，那可是你还是有几个管，包括挪威关岛裁了嘛，那这个费用一定可以省下来。好，虽然还要抱怨核定了，但原则上应该是确定的嘛。如果这部分如果就针对挪威关岛部分做个桌山嘛，砍一百，这样可以吗？这边我要强调哦，这个预算去年就已经被冻结，冻结了五百万。虽然是行政院交办的，但是你们也都不能不说，不去监督啊。你委外你也要去监督啊。所以你这边都几个字就交代了，这是非常不对的哦。去年都解冻了，可是就是把工作做个明细说明，所以我也是建议要冻结，你们把所有的相关资讯资料做法处理的方式给我们做个书面的报告，同意之后再可以解冻。该做的该布的，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些管，还有一些管没完成。那还有提案委员江委员，那个227跟28我讲一下哈，这我提的。因为在2728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你们很多都是用所谓的资讯安全的费用，或者什么强化资讯安全专案呐、其实这里面啊，你像那个强化资讯安全专案，它是多年计划，对不对？它是跨年计划嘛，照理讲，你们应该要名列年度预算呐。就是你哪一年都要花多少，哪一年都要花多少，但是你给我们的这个说明当中，其实并没有这一方面的说明啊，这些跨年度的预算啊，所以这部分是我觉得应该要检讨的地方啊。然后二十八案，你这边有提到说啊，国内外各项资讯跟周边设备啊。编列3000多万，那这个跟前面的强化资讯安全专案的1亿多元啊，这里面的一些资讯设备到底有没有重复在里面？有没有重复在里面？啊，这是我觉得不是有没有重复要说明的、啊。不，那个B 二十八案，这个它是强化驻外管处这个网络资讯安全跟国内外各资讯及周边设备。资料库跟系统维护，所以它是软硬体都有。那硬体的话，现在是电脑，我们一共有5500个人，然后要每一个人有2部电脑，然后它这个是依照那个财产的规定，5年以上这个才能更换。所以现在今年外交部动用了这个预备金来换这个100年以前的这个电脑，那明年就要换到。民国101跟102年的电脑，所以那其他的这个软体固有的软体的这个更新，它也是依照契约每一年更新一次，所以你的电脑连接的各单位会计主计人事这个资讯越多那它的软体就越多，以后它就每一年要厂商要 renew， 大概通常一个软体就是一年所以它每一年就是固定的 renew， 它也不是。有关软硬体也不是。那这个跟你前面那个1400多万强化资讯安全专案经费，这里面没有重叠吗？没有重叠，它只是因为会计的方便，通通编在一般行政的项下。你的强化资讯安全专案里面没有包括这些资料库跟周边设备的购买维护吗？没有。那这样1亿多拿来做什么？强化资讯要怎么？你要强化做哪些东西？要花1亿多，而且你这是分年计划哦。
强化资讯那个是骨干网路的那个建置费跟通讯费。骨干网路的建置跟通讯，这编了几年了？总共前后要编几年？六年。六年，90个管。现在第几年？现在第二个，第二阶段。第几年？第二年，第一个是29管，今年是22个管，如果建完了就51个管。所以这是101年开始的，是不是？对对对，101年到105年底完成51个管处。预计到今年年底要完成51，已经完成了29个管，现在陆续在建置第二阶段的22个管，29+22=51，51的话，明年22，明年再22，再一个22，第二个22，51再加22，73，如果做完的话，73，再来就没有编了。107就没有编，所以今年到今年底应该要完成51吧？对，没错吧？对，没有错。好，那明年还有22。对，之所以没有继续编下去，是因为这个资讯变化太大，所以要一边走一边看。那每个国家的情形不一样，而且技术也会先进嘛，技术先进，你整个结构可能会受影响。所以这个完全就只是拿来建那个骨干。骨干对它很花钱，对它有建置费。它一旦比如说今年它一旦建好了，5月就建好一个管的话，这是委给谁来做啊？中华电信啊，它6月就要收通讯费了。所以它有建置费跟通讯费，哎，中华电信在做，全部都是它包的。这个报价合理吗？这是行政院交办的，所以我们就监督执行。我们基本上是执行单位，所以你刚好提到说那个要有几个管砍掉嘛，就砍100万了，好吧？两管不止100吧？啊，22，明年是22个管嘛？今年22，明年也是22。22管1亿400万哎，有啊，明年经费1亿400万，22管了，一个管就500万了，不能这样算的。对不对？啊、哦，那砍500吧。人家提案人就说，提案人500。是啊，我这边是简略5000呢。能吧。我提案人我5000呢，冻结2000呢。能吧了，后来。两。没有，我是觉得刚刚赵伟讲的这种部分冻结，就要再做报告说明。你冻结了多少？可他已经冻结了。就是我的案子是要冻结的，你的部分没关系，你就。简略500，冻结了多少？冻结1000。好。OK， 没了，500真的会影响它实际上的推动了。就左不是两个管不做了、啊，但还有其他，而且还有它有那个通讯费用啊。包伟，希望不要冻结，因为它必须要有那个前置作业要去看了以后，然后跟所有的单位都结合起来软硬体，它才能做。如果你一冻结，那就变空窗了。好，那你怎样？那个这样啦，27案减列200啊，那不要动了。冻结就看那个赵伟啊，赵伟，江伟民，这个是我们要不是一案讨论了，就是23、25、26、27、28、29哈，全部啊、哦，全部合起来啊，是他们的那全部合起来，那就不行，那就不能只有200啦、啊。23、25、26、27，因为我28，我是减列500啊，冻结200、欸，对，没有啦，这样好，那主席可以，我建议就是23、25、26、27是同一个啦，就是骨干那一部分啦。对啊，28那个姜文提的是另外一个国内的这一块哈、啊。我们先处理前面啦，就是骨干那一部分了。我建议就是说，因为的确有两个管会裁撤嘛哈，那部分可以省掉，那就先那部分就先砍100嘛，那就不要动嘛，这样可以吗？不是要说明呢、啊？28号之后还是要动了，给他们提出报告。砍200，动500。我宰鸭洞还可以，洞会不会有问题啊？洞比较会有问题，因为它这个都是其实都是预估。你去年就动了、啊，洞不会有问题了，洞你只要去年就动500啦。你要执行的概况，因为你明年22个地方嘛，对不对？是，你能够全部执行完毕，如期执行完毕吗？未必嘛，所以冻结是正常的。不是去年被冻，就说你们没有说明清楚，那你今年依旧是这样子规避我们的监督啊。而且这个执行是中华电信在执行，不是你们在执行，不是我们在执行，我们也没有人陪去。台北检讨是国安会率这个相关单位一起，所以我们帮你们冻结是 OK 的啦。我建议了哈，那个的确要报告，因为
去年已经被动过一次了，那你们还是就是没有做清楚说明吗？我建议就是三一百，那动五百，然后三两百啦，一百多公斤，把这个啊不要购物呢，三两百啊不要购物啊，三两百啦，一百啦，后面还有一百就好了，然后那个一百一百一百啊不要后台，摆后台，啊不要购物购，好几百亿哦，删了一点点的啊，跟国防部比起来这个，那个现在是分开来的哦。通讯费还是要给吗？我建议就是，三一百动五百，然后提出报告之后时的动资，然后我们就加入联署了啊，就是那个冻结的部分，好吧？二三，您建议的是，到二十七二，到二七而已，到二七而已。好，三到二七是不是？二三二五二六二七。那木字条，三一百万动五百万，做书面报告，同意之后时的动资科目字条。好，那这样二八二九，二八我就要删多一点了。那就那一版啊，这边补了。我来说明一下吧。来，请说明。二八他们刚刚说明，刚刚他是说明到二九了，那现在是要把它拆开来了。哎，对啊，那二八我一样。那你有没有补充说明呢？我就是减列五百啊，冻结两百啊。刚刚那个没有，刚刚那个决议，决议同意被减列就对了。前面的那个二三二五二六二七嘛，没有，现在二八二九，有没有要补充的？江委员要减列，减列。二十八，我们的意见是没有重复编列的，因为那个两个金额没有那么多，那个一亿多，那个是强化资讯安全里面一亿多是还是骨干网路啊。我们一般，我整个处一年的经费才1800万台币。这个二十九，看一下，二十。因为你说明不清，所以还是要你先动资，说明清楚之后，经同意时的动资。二十九就是那个刚刚已经报告过，汰换今年我们都换外交部100年以前的这个电脑设备，我们一共有5500个人次。所以乘以二，一个人二，有11000台电脑，所以它乘起来的这个费用是非常多，还包括这个印表机，还包括这个黑白的影印机，还包括外管合署办公，所有单位必须向外交部来申请资讯费用，因为行政规定他们是资讯费用是在外交部的项下开销，所以今年在统一换电脑的时候，我们还漏掉很多驻外单位，所以是行政院分配下来给你们的。这个驻外人员不包括本部，就是你驻外人各部会驻到，只要在大使馆，他的通讯的费用设备是由外交部来出的，是由外交部来编列，所以这也不太合理啊。那每一年他都不一样啊，他的变动，他有增删调遣就有问题了。所以就我们整体来讲，11000台的电脑再加周边设备，这比较难估了。然后依照财产的规定，它是电脑要5年嘛，所以我们现在换5年，明年我们要换民国101跟102，这个比较难估出总数，所以数目会比较大。我们并没有浮列，并没有浮编呢、啊。你不难估了，当然就有这不实的编列啊。我们今年都出来了，报委员，我们今年都用到外交部的预备金了，所以跟部长报告。啊，平常立法院删我们的资电处的预算，那我们就删电脑的费用。因为这个刚刚讲过骨干网路啊、哦、它是行政院交办，它一下就是1亿多2亿多，那立法院要统删10%，那我一个处的经费，那这应该是行政院来支付这个费用嘛，就不用分配到你们这边啦、啊、对，我们是希望那个费用将来能够列为专案，不要列在一般行政，列到一般行政就在我资电处的这个项下，变成我没有那么多钱了、啊、我要扣掉比如2亿，你就要扣掉2000万，我实际的支出一个处才大概1800万吧，所以扣掉大家公用的电脑这些费用，所以我实际控制的费用是很少，所以但是你那个要经过开会决议啊，那他现在，所以你们要提出来嘛？对，他提出来，但是用专案来把这个经费全部在行政院底下来编列就可以了。对，他是我们的上级单位，要他同意我们才行。就分配到外交部来，都就占到你们的预算了。是因为我们只是执行嘛。甚至中华电信去厂刊，我们都没有跟去啊，所以他回来他写了报告，他说多少开会就通过了，所以钱完全就是中华电信嘛，对不对？是是。
这是委外的啦。那到底做那个有没有必要性？必要性就是我跟委员都报告，就是台湾被网络被封锁的时候，它是唯一对外可以沟通的这个专线。对，上次我们有想定过说，如果大陆还要封锁台湾的网站，他把你弄一些病毒，把你弄爆嘛。啊，弄爆的时候就只剩这个专线可以出去，其他全部都停了。现在这个分阶段这个建设也是一个，那是刚才那个强化资讯安全专案的部分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谈的是你的那个国内外的资讯设备采购的部分啊。啊，这部分你编3318嘛，对不对？没错吧？对。哦，我们那个通讯设备那个，它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比如说这个软硬体，还有这个现在所用所有的网路，还有这个监控的网路，就是你网路里面有没有这个病毒。我们现在是那个骨干网路做了以后，就有一个叫 SOC 的东西， SOC 它可以去侦查所有的电脑，然后把资料送回来，所以这些通加在一起就变成很庞大了。我刚刚讲过，包括电脑就很庞大，因为前两年的预算我们都是被6700万吧，还是7100万的电脑设备被删到只剩350万，所以根本就没有换电脑。那我们很多大使馆的电脑都已经8年到10年了，一个电脑它平均的寿命应该是4年，可是我们现在行政院财产规定是5年才能换，所以大概都已经逾时了。哦，那所以这个恳请委员了解，还有这个电脑出来，你就要把它印成印表机啊才能出来，那印表机5年也差不多当了，都不能用。所以大概都是外面同仁在加减用啊，大家互相支援，那这不是一个办法。所以今年我们跟部长报告，我们用动用外交部的预备金来换，明年也是这样，希望能够都换好。所以它金额看起来就比较庞大。那个电脑是这样，你软硬体用得越顺，你软体越多，将来维护就越贵嘛。它是一直往上加的，它每一年换一次约嘛，所以变成这个家大业大，软体多了啊，方便了，它就会越来越贵。那我们都细目都有报啊，我现在手上是没有那个完全的细目。好，江委员，您的建议？我减列300了，他3318嘛，就减列300，可以吗？外交部？哦，因为你去年被砍到剩下几百万嘛，是，对不对？那今年让你恢复到3000多了嘛？嗯。可是报委员，就是它里面大部分的系统是不能够被减价的，它是合约价。他比如说一个合约你们要去谈啊，合约大概目前市场上软体都是越来越贵，没有越来越便宜的。那你叫他维护，他就是一年期 renew 一次嘛，所以是不是那个三减额能够少一点？不会啦，这应该够了。不好意思，主席，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购买这个软体，那有包含这个后续的维护吗？那个经费你们在签约的时候有没有包含在？软体有后续维护，但是通常比如说一个软体的系统啊，会计跟人事加在一起，这种系统，比如说他就是到合约嘛，他跟你签一年，他就维护到这一年，以后他就不维护了。所以那后续的维护呢？所以委员，如果你知道电脑标的时候，就知道前面的厂商他得标了以后，他很容易拿到第二阶段的标。因为所有的那个里面的内码都只有他自己知道嘛，好，那别的厂商就这样不是等于当标了吗？那这样会公开招标有什么意义？拿到第一标，后面的标都是他的。好，王委员，不见得都是他的，他在你们这个经费是第一次编列吗？不是，不是嘛，哈，这个是6年的吧？所以硬体已经建构完成了，6年的预算呢、啊，今年第二年，你们这。你这个包含了资讯、周边设备、资料库等等，你们的硬体是在第一年应该就要建构完成吗？它是分散的，这个里面的，因为你刚才讲那个标，我跟你讲哈，电脑印表机，我买的这个软体，后续的有的绑那个约一年的意思，后续只有 update 费用，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那么贵。第二个，有些软体是共用性的。所以你不要去讲说，因为这个软体用了某某公司，我后面就要用某某公司的硬体，你将会被查哦。哦，因为
全世界不会只有你们家在用电脑 database 这些东西，我们家也有了哈。所以我现在跟你讲说，你这预算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你的说明其实比较含糊。你这里面的3300多万，到底是建构硬体？你刚才讲列表机5年也该换了，电脑6年8年也太老了。可你会有讲到软体，这软体哈，每一年每一年都要每一年的费用，你这样混在一起，我看不出来这个费用是用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是买电脑，你说你6年编列。那你的硬体列表机是在第几年买的？你现在就不应该会有硬体的费用啊。如果你这些软体是在第一年建置的，你后面其实只有 update 的费用，或者买那个金钥匙的费用，或者是 maintain， 或者把它做一些更新的费用，那个高低差很多的。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这个编列的方式内容，我平常讲我看不清楚了。所以刚才江委员讲的简略一层了，就300万哈。OK 了。你们可以去评估看看，我没有特定意见，我是觉得你们的说明我没有被说服，我更不知道你这笔钱在干什么。不是啊，其实啊，你们去年被砍的时候你就知道，比如说你被砍了，其实你们都还是照样在用了、哦、那今年我们让你恢复到一定程度，你可以去更新一些软硬体、哦、那但你不可能一次全部更新完毕，这本来都是分年计划在更新的、哦、而且你这是国内外，坦白讲，国内跟国外啊，你们是怎么样去委外，我们也都不清楚啦。啊、哦，你是买断的，还是用租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哦。那到底是不是你的电脑，大家的都一定是5年要更换，还是有一些的，有一些长官根本没在用，一台电脑放在那边换10年也没在用啊。啊、哦，那个放好看的啊，啊、哦，那有一些真正人家那个行政人员在做事，他搞不好3年就要换。所以我当然同意是中间是有一些弹性要存在、哦、有一些那个文书作业的人，他的确 他的 process 要快一点的，他搞不好3年就要换的。那有一些长官一天到晚什么 email 也不看的，搞不好上网而已啊，干嘛给他那么好的电脑？不见得长官就一定要好电脑啦，有一个萤幕就可以了、哦、能够上网看一下东西也就可以啊，那是看资料而已嘛。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们应该自己要去做弹性的调配，把资源最大化的使用啦。啊、哦，所以我还是坚持就是砍300。2829减列300，动500，提出书面报告，使得动资。可还是要说明，但很多没有说明清楚、啊。好，那个刚刚那个王定宇委员指教的非常正确了。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补充，所有的那个软体啊、哦，分门别类的把它价钱写进去。对。不过要跟王委员报告，这个今年我们的会计的软体，我们会计处提的软体，那个厂商得标了以后，这个3次检验都没有过，现在它是废标，所以这个不是说举这个例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标。哦，所有的这个软体都是量身制作的，那就没有人再来标了。到现在，不是你举这个例子，你们会被动更多。我是建议你这样子了哈，我真的建议你这样子，就是说，好，我不质疑你，我是认为说不清楚，所以你把它说清楚，我们就解冻。至于是不是要减列300万，会不会太多太少，你们讨论看看。好、哦，我没有听到你们很坚持这个要留多少啊。我刚才提的疑问是你们的报告不能叫谈的，希望那个委员减少100万的话比较好。而且江委员刚刚提的那个所谓电脑摆在那边还可以用，其实不是，那电脑摆了4、5年，就算全新的也不能用，它是因为里面的软体膨胀。你这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要把电脑给需要用的人用嘛，对不对？一个长官进到办公室一天几小时，他开电脑的时间几小时，你给他那么好的电脑干嘛？他也没有必要那么常换。对不对？没有必要说啊，5年到他的就一定要换，没有必要。但是那个常用的人，他搞不好3年电脑就被他超坏了、啊，但你不能等到5年再换呢、啊。所以我给你笔钱3000万，你自己去云资看怎么样利用，可以把它资源最大化，而不是死守一个僵化的规定，说哎5年一定全部要汰换，几年一定全部要汰换，这不是这样嘛？资源不应该这样使用了。是，不过我们现在平均就是8年了，8年才换。哇，有一些你要8年换、5年换，那都没有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一笔经费你们在用，你们应该去调控哪一些人的电脑设备，他应该是每天24小时他都用得到的，甚至在紧急处理很多事情的，你就要给他速度最快的电脑嘛。啊，那如果他纯粹只是文书的，
啊，每天上网看一下的，速度也不影响到他作业的，搞不好一个礼拜开不到一次电脑的，你都可以考虑不用给他电脑，对不对？啊、哦，谢委员，希望那个减少项目能少一点，我们今天回去把那个报告写清楚。江委员坚持300，减列300了，减列300。好、哦，希望能够100了，因为他牵涉到人比较多，他的项目比较多，又是印表机又是电脑，而且每一个人是两个。那次长，你要不要补充一下，次长？对，花委呢？这个刚刚这个同一个单位，其实上前面23、25、26、27已经减100，动500了哈。那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单位，那我是建议说这个部分呢、啊，因为我们事实上确实有些电脑，像我在外馆的时候，我们那个同仁有用10年的电脑还在用，那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只能是。所以江委的意思说，你太旧换新是有必要的换，对，但是没有用到的你就不用去换。想想我们 有需要用的你就去用，没有需要的就不用，一定要设电脑啊。所以对，没错啦，这个我们同意啊。但所以我当然希望就能减少一点了，比方说100万，这样他这个单位就前后就减200万了吧。啊，而且江委员，这麦克讲啊了，300了。好，那这一案就减300。可是那王委员很多质疑地方必须要说明的、啊。那我们那要动了，动少部分，动100，请你们说明在使的动之好不好？就要动100了。要说明嘛。好，减列300万科目字条。做书面冻结100万，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好，接下来30案，请说明。报告委员，关于30案网际网络的宣传案，国际传播司2点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110多个外馆，我们现在有230个中外文的网站哈。那么根据我们统计，今年1月到10月、浏览量大概有100万人，那民众留言也有超将近3万分，主要是民众查询领悟、侨务啊跟国情的资料。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另外第二点就是报告，就是为了推动新南向政策，我们正在建制这个新南向国家的这个网站。譬如说啊，我们这个东协10国里面的8国啊，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我们现在已经在建制当地国语言的这个网站。那么还没有设处的，包括辽国、柬埔寨，我们也请越南啊。代表处在建制当中，所以这都需要一些经费。简单报告一下。可是你这相关的一些效益都没有做一些评估啊？委员报告，刚才我们提过了，就是说我们今年1月到10月啊，这个浏览量100万人次，那个民众留言也到将近3万笔啊，这都是跟驻外代表处跟民众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一些网络的宣传跟一些业租费用啊，你们就在这个看看你们整个宣传的效益里面根本没有显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说在遵节方面你们还是以减列啦。我原来是提案减列100，那这边就减少减列50。好，减列50，30案减列50万。好，再继续31案说明。报告委员，外交部资源处说明，这个31案啊 ，B31是我们今年这个夏天呢、啊，在汐止租了一个党库2层楼啊，470坪，那这个43万是他的水电经费，因为那个地方还有我们外聘了一批大概10几位的这个外包的这个整卷人员，他把那个卷拆开以后。把那个密跟非密的再分开，然后再入电脑以后，再报给这个档案局。那至于说这470坪的2层里面，它必须要包括恒温恒湿，所以它是有这个电脑操控里面的水电，所以这个是列在一般行政项下。这个恳请委员同意啊，本案呢、啊、免予检列。好，
提案委员，王委员还是李委员？这个提案其实是刘世芳委员主题的，那他是表示是说他不坚持这个减免的策案吗？对。好，那三十一案就撤案。不过我觉得还是在这边要提出来，就是说在大家都在讲求节能环保的那个目标当下，我们这个水电费还是要对节约的部分。王委员，你这一项的问题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编的43万哈，你刚才口头报告的内容，在你编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你没有告诉我你们租了一个470坪，放了档案，还请了外聘人员。其实我还要去研究你外聘人员预算编在哪里，那我头就很痛了。你们不能只写个43万编水电费，然后完全支应项目都没有说明，那你来到委员会给跳没了。哦，所以你应该说明我对预算就没意见，但我是觉得以后你们编的预算。稍微描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是一定改进，一定改进。所以你们在这个做这预算的时候，要说明清楚，才不用一案一案在审预算的时候又再说一遍。好，这个你们要再加强的部分。好，一定加强。好，那31案就撤案。那现在，哦，刚刚30案的简列50科目字条哈，那接下来32、33、34是同一案，请说明。包主席、包委员，NGO 国际事务会执行长周林报告，有关委员垂询，这个 NGO 双语网站呢、这个编列的情形啊、以及他这个 NGO 双语网站线上申请的补助的情形以及它的效益，就报告如下哈、那么，我们这个 NGO 双语网站呢，是跟厂商签订契约啊、每年差不多是11月。到第二年的10月，它经费分4期来支付。那么，因为它横跨2个会计年度啊，那么常常发生呢，上个年度提早验收后，这个给付完毕啊，所以说呢，导致在下一个年度决算的额的这个执行力呢，看起来好像不如预期啊。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跟厂商的签约呢，并且事实上跟这个依照这个签约金。啊，这个额度给付来完成，实际上的执行力呢，也就是第二年两年加起来是100%是不成问题的。第二个，有关于这个线上申请的这个补助的系统的人数呢，持续在增加啊。那么103年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偏低了哈、啊，差不多在9%左右。但是104年呢，就增加到24.5%。那么今年呢，我们预估呢可以达到35%，也就是说比103年呢要增加了这个4倍哦。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增加的情形。那么至于它的效益，双语网站的效益呢，事实上我们这个一直都扩大双语网站的功能哈、哦。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增加了这个 NGO 世界版图，那么甚至也加上这个世界各国台商会所有联系资料等等等等了，让我们的 NGO 能够更方便呢，能够查询到更多的资料。好、那么因此呢，我们请求委员呢，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经费158万呢是跟厂商来签约的啊，那么实际上必须支付的，希望呢能够不要删除，谢谢。提案委员有没有？罗委员跟陈委员的案子，那我就针对你们这个。NGO 这个双语网站哦，你们每次的预算哦，这个申请补助的件数都不超过10%，而且这个预算哦，不是不够用，就是剩很多，显现你们对这个预算很多不确实的地方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哦，还是给予简列。主席，不好意思，我可以插话一下。好，请问一下，你们去年还是前年的决算比例大概多少啊？这个案子的决算比例？委员，我们实际上执行100%啊，都已经付出去了，就是说这个钱。对啊，我刚刚报告哈，就是说，因为他签契约的日期是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10月，因为跨2个会计年度，因此呢，这个会看起来好像这个预算数跟决算数的比例好像不是特别高，但是主要是跨年度的原因。所以你这个是合约金就对了，是的，签合约的合约金，对的，要付给厂商的。
里面有做一个主决要求，他只是在讲话文章，就是在主决议嘛，他是在第三三那个，就用这个主决议就好。第三三呢，有一个主决议啊，在这个 B 三三里面，他是直接做主决议，他没有改成主决议吗？对啊，他是主决议，他有简介吗？他有。哦，他是简介伙伴，就是你找一个把主决议就是要做。所以。好，因为是给厂商的签约金啊，那我们就不予简列，但是我们做出主决议，最详细的这些报告，好、哦，你们的做法在主决议里面载明，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啊，请王委员。刚才说你们签约时间都在每年的十一月嘛？这签约厂商是国际厂商还是国内厂商？也是国内厂商。那不能协调下次签约在十二月以后吗？这个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因为你每次都在预算审查前一个月跟他签完约了，你叫我怎么审？往下来改进。不是，这个有点像故意的，你知道？所以我这次我不讲话，但是我是觉得你们合约调整应该调整在一月签嘛，这样我们十二月来审查也会形成你跟对方 bargain 的压力啊。否则你们反正他给你签多签少，十二月份预算一定会过哈。在预算的进度上不应该这样子，好，所以我今天在决议里面讲说，下次在主决议里面就写在一月份，好，才可以开始签约。是下一次在一月份，是，在我们预算审查完毕才可以动资，这个签约的时候，在主决议里面都要写清楚。好，遵照办理。好，来，接下来到35万。35万，你还是说明一下吧。是这个外交部现在大概在行政院里面那个档案这个处理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名的，所以旧卷很多。那这个专责处理的人力严重不足啊，这个目前只有四个人在处理。然后2014年开始呢，我们要处理20万件的这个档案，20万件不是20万卷。那2013年以前呢，我们要处理196余万件，所以呢，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租档库以外呢，还要外包很多人来处理，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电子公文电子化以后，这个有关密件还是不可以电子化，还是一定要用这个手抄本，也就是说，这个用电脑做了以后还是要签名，然后用磁层的方式呢，这个上面去汇。那这些东西将来也变成旧卷要处理，那还没有提到这个120个外管的卷要回来，所以它基本上我们现在处理我们这个卷旧卷去化能量，那外包的厂商也要训练熟练的工人，所以这个理论上就是说，这个痛苦的过程里面，它应该委外的人是要多，然后处理的卷，然后储存的地方要大，然后处理的卷要多，然后让它马上过完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卷就变少，要储存卷变成少，所以希望这个委员对这个案子呢，这个能够这个免予简列，我们才能扩大我们这个做整卷的这个规模。谢谢。你说这个是委外，然后可以不是机密的，就用我们的电子存档存起来；机密的话，一样要再另外租管去保存。是吧？那现在秘密的就是秘密没有这么多啦，然后那个门禁管制，所以秘密没有那么多，你不需要找这么多人去来做储存这个资料，在大费周章。他是依照那个国家档案法跟国家档案局的规定去做的。那你每个外管都需要储存吗？现在外管的卷还没有送回来，现在在台北的卷跟旧卷，就是以前的剩下的旧卷，他就会送回来吗？没有办法送回来，送还没有地方摆。我们那个刚讲的那个细纸470平里面，密件也没有送回来，密件就还要放在外管那边去。对，都放在外管。我们外交部的卷，那个各个卷大部分是各司自己储存。我们希望把他们各司的那个党卷能够移到我们党支处来，支电处来全部统一处理。那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把它拿来，它要调卷啊，它有机密，它要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迅速的去处理，然后迅速的把密跟不密分开，因为传统公务员他是密跟非密都在
同一个案子、同一个卷夹里面这样。可是我是觉得不用委外聘请这么多人在处理这个密件跟资料档了，这个可以调整一下了。那个要酌删一些经费。我想请问一下哦，你们预估明年度可以处理多少件呢？我们现在委外的这个规模，大概我们一年能处理十万件到20万件。件不是卷，十万件。啊，你们一年的产出的公文有多少件呢？一年的产出大概有15啊，问题是前面还有多年沉下来的，所以一年就15万件。所以你们即便这个预算的规模，你也只能维持年度的处理完毕。你以前旧的要增量处理也有困难啊。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跟委员报告，这个十五万件里面分两部分，就是我刚刚讲了，他电脑处理还是电脑打字。然后他就电脑这个层层合，合完以后就文档合一啊，他发出去以后，这个就存档了。这个件数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就算一半好了。嗯，那十五万件算10万好了，这10万他就归档。嗯，另外5万件依照各单位办公的这个习惯，他有列密的话就不行，就不能。这就是未来这5万件是未来你们会列为这个工作存档的工作项目。对，他也是电脑打字，但他列。那现在全部你们未来整个要处理的，除了你现在年产生的5万卷，对，你之前到底还有多少件需要处理的？我们前面至少200万件，根本还不知道它是密还是非密。对啊，还不包括外管。那你这个密跟非密是随机判定，还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国家档案局，也没有国家档案法，大家就把卷一整就走了，然后到退休啊，到外放。所以这个东西就历史的这个共业，它存在那里、啊。非机密的话，你就用电子存档啦。他规定那个外包人员只能处理非机密，不能处理机密。那他们坐下来是要把那个卷要 key 到电脑里面，变成电子档要扫描。那你这些人员就不应该，如果有机密的就不能委外啦。可是我们不知道，要他去挑，他碰到密的时候，他就贴个那个3M贴纸在那边，然后等我们正式的人员去处理。赵伟，他还能够判定，就是赵伟，我可不可以？对，看看他不能委员。我是觉得那个赵伟所提的这个建议是说哈，我们的外交部在处理这个不够好，不够快了哈。那个你们也同意是要用电子化来储存，但是因为你们现在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简列的方式？简列相当多哦，快50%，就是说你们做的不够好。那如果你要委外的部分，他也分出来，委外是非机密才委外嘛。那机密的话，一定要自己内部的人来处理。所以我是觉得说，尽量不要简列的方式，请他提出报告哈，然后来跟我们委员会报告清楚。因为这种资讯跟档案的处理哦，是涉及到我们外交哈，有一部分其实绝对机密还是有啦哈。那如果说他们要慢慢来整理的话，我们也觉得未来公文会不会流失的问题也必须要商榷了哈。所以我建议说，是不是招委这边可以不要删减，好，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请他们督促，用报告的方式了，叫他把，比如说你现在有几万件哈，或者是有几十万件，那你怎么处理？你的处理期程是什么？那你在有限的这样经费下面，怎么样把它处理完？好，可以报告清楚会比较好，要不然这样子有点模模糊糊，大家都搞不清楚啊。来，赵伟，来，王委员，我还是没有听懂哈。第一个，你现在有200万件文本的嘛？有没有按照年限这样排？还是和在一起？报委员。这样子，那个先不管密跟非密了，我再说你那个是不是按年这样编下来？是200万份。这个我想把程序讲一下，我们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按年份，所以按年份，按年度分类号，好，然后来把它做。那你是200万份最老的是几年前的？外交部建部以来都有。那有些密你知道已经到年限要销毁了，你何必再找人整理？对，那个要必须要由原列密单位。我真的建议你们哈，我刚才听到一些逻辑上怪怪的哈，比方说我找了一个不能看机密文件的人来整理。一翻到，天哪，这是密，我该贴个标纸，然后拿旁边去。然后人家这样整理密件的，他万一放在口袋里嘞？你知道我们上次办宪兵的案子就发生这个事情了。你们机密文件跟非机密文件混在一起，结果是让委外人员去整理，然后整理看到密件，贴个标签，交给部内人员处理，这叫不保密做法。你懂意思吗？这样做我不相信合规定、合程序，很怪了。所以我本人建议我认为这个预算该给你们，因为这个整理确实要耗费很大的资源。那我赞成刚才刘委员讲的冻结一部分，我不要你的内容，你把你的作业流程写给我看就好了。比方说保密年限已经到了，那根本就给他卡起本色刷，就把它销毁，你不要再浪费人了。你从建部以来200万份，
有些我们的保密法年限已经到，应该销毁，就派专人押车，不管密或不密，通通融成纸浆嘛。然后剩下的需要分类整理的，你们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找了不能碰机密文件的人去看，看到密再贴标签，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这个做法有问题，这违反机密保护法，这是违法的哦。所以你们该讲那个作业流程，我觉得你们要把作业流程重新写一次，那个 SOP 写一次，怎么处理，然后处理到哪一块该分给外面的人做，这样才对。那至于你的预算，应该花的会给你们花，但是你那个作业流程我听起来怎么听怎么怪哦，你可能要再说明清楚一点。报主席跟委员刚刚提到那个文件啊，30年就是失去这个密件啊，这个国家档案法里面有规定，过了30年它就当然就是不密。可是呢，这个法务部呢又有行政解释函，其实是不对的。法律很清楚的时候不应该有行政解释函，它又有2-3个解释函留一个尾巴，说如果这个机关认为还有必要的话，它的这个机密是可以继续保留下去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卷委外的都是30年以上。我知道你讲的意思啊，国防部这个东西比你还多了，所以你一定切一个30年的年限以前。那谁可以决定说某些密件要继续延续延长年限？贵部嘛。可是你现在为了挑出那些来，你把建部以来所有的文件找人去挑200万件，天哪，你要挑到民国几年？所以我真的觉得哈，你们该部里面应该讨论一下，对这些档案，档案其实是历史文件，发生过哪些重要历史案件，那些文件把它挑出来。然后因为你们是按年编的，某个年限以前根本就已经达到销毁的年限了，就把它销毁掉。那后面这一段应该是用部里面的人去做分类，把它大分出来之后，非机密的在委外面去整理，才避免泄密。否则真的，你只要有一份被人家放在口袋里面，或拿手机拍一下，谁要负责？你们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一块，我是建议你们把作业流程重新研究一下，预算我是支持的。所以你们还有这么多件还没有处理，还有这么多没有处理的话，你不用内部自己的人员来处理的话，你这样子委外的话，这样子很容易泄密了。是会不会都会把资料啊带出去都很可能。我们现在是24小时监控，所以要你们好好的做，这边就不给你们简列。但是我们要冻结100万，把详细的报告提出来说明，用书面报告说明，好，同意后此的动之。来，那个赵伟，我可不可以再提醒一下哈？他刚讲的部分，尤其王定委员跟他讲清楚，你们还是要用机密文书的保护原则来处理这一块，不管有没有委外，好吗？好。麻烦一下，谢谢。不，还没有归类出来就不能委外。你把分类之后，非机密的才由委外的人员去做，机密的话用自己内部委员、内部的人员来做嘛，这样才能安全性啊。对于文书的保护才有安全性，这样可以吗？要这样做哈。好，那接下来36案。人事处报告，36案这一笔900万哦，是支付致电处有一位不定期契约人员的酬金哦。那这位同仁他是从新闻局随业务移拨到外交部哦，那也已经经行政院列管出缺不补哦，因为他是不定期契约，是依劳基法禁用的，所以他在离职前呢，我们还是要编列相关的预算支应。那这个900万跟另外903万那一笔是支付我们这个雇用身心障碍还有原住民人员哦，这个是落实政府照顾身心障碍跟原住民弱势族群的政策哦，他没有重复编列的问题，是不是请委员免以删减？我们请提案委员江委员。这边没有重复编列的问题吧？来。你们这个同样是在编这个案件计酬金哦，那你们自己不同的，应该是属于不同单位了，不同单位，在有一些单位所提出来的啊，他的案件计酬，就没有说明，那有一些是有，你们刚刚提到那个禁用身心障碍那个就有说明，哦，那个总共是900多万嘛，对不对？好，那个在你们的预算书里面有
有特别说明说，依照行政院的什么什么规定，然后禁用身心障碍临时人员费用计903万啊，但是这一件这一个90万的这一部分啊，答案跟资讯处理这部分，这部分你们只有写按日计酬金啊多少，还有临时人员酬金90万，一个按日案件计酬92万，一个临时人员酬金90万，但是这里面就没有提到说到底这个临时人员是拿来做什么的，然后案件计酬是拿来做什么的，这是为什么我提出来简列的原因呢？啊，37案。37案就是36跟37这两个案，就是一个是90万，一个92万的部分的。是，刚才有跟委员报告，90万那一笔是随新闻局业务移拨进来的不定期契约的。嗯。那他已经行政院已经核列出缺不补，可是在不出缺不补之前，他没有离职之前，因为他是不定期契约，所以我们还是要编列预算继续禁用。那个都是他的薪水哈，然后离职除金、劳健保，还有年终工作奖金。那你预算里面应该要写啊，要说明这到底是编给谁用啊？是，我们以后会把它写清楚。这个是每年都编吗？是每年都编，从新闻局移拨进来到现在，每年都编，就是一直到他将来他离职，我们就不会再编这一笔预算了。临时人员怎么会？一直到他离职，临时人员再来讲，是你有什么样子的目的使用，你来聘临时人员，是跟委员，而不是说这个人进来，我一直要聘到他要走为止，这不叫临时人员哎、欸，是这个怎么会叫临时人员？跟委员报告，就是当时新闻局移拨进来，有一部分他是经行政院核定是不定期契约，临时人员应该照理讲应该是定期契约，那有一部分因为是早年业务被禁用了，就已经经行政院核定他是。延续性的不定期契约，所以行政院也希望可以减少，所以他已经把这一个原额核列为出缺不补，将来出缺就不能再禁用了。那如果他都不走嘞？临时人员不是一年一聘吗？他有他是不定期契约、欸。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照正常的原额来编制嘛。为什么会这样？一波还是不是我？一波还是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办法用换约，因为它现在变有点像租约，不定期租约，不定期聘约哈。对。会变成管理上的困境哎、欸。你无从奖惩，只能做到他高兴走为止、哦、你怎么管理？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有违反相关规定，我们要符合劳基法的那个可以解雇的规定，还是我们公家部门大家这么优秀，谁会违反劳基法？对，除非他违反劳基法。我现在意思说，你们没办法把他改换成换约的方式或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形成不定期契约，我们现在如果随便解雇他会，就是他可以去劳工局去诉讼。啊，这样的人员还有多少？现在大概新闻局当时移拨进来的应该是有20几位。那现在陆续离退之后，对，有的离退了，这个人就是经行政院核列，所以目前还有20几位就对了。是，那他们大概就在局那个我们的外交部的部本部。现在有一位在支电处，大部分都是在国传司。国传司，对，我国传司负担很重哦。好。然后那个九十二是案件计酬，是不是？92万。92万是案件计酬的嘛？B37的，好 ，B37跟委员报告，这个跟这个支电处有关的是45万的经费，其中包括72000是请外面的专家来部里上课，一共有15人次，每次上3小时。那378000的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支电处的电脑工程师替外交部的同仁上课，一般的资讯课，还有他们这个一年要出去好几次到外面接受新的知识，比如说云端啊，这个、病毒啦、啊、防火墙啊这些课程，他们也要出去上课，所以加起来一共上课的这个费用加起来45万，跟我们有关的，它是通编在一般行政下面。所以是要出去上课，要付给人家的钱。对，他们要去学，他们要去跟专家学，
还有请外面的专家来部里上课，还有外交部一般的同仁，他对资讯都不是很懂，所以固定的是由我们的电脑工程师给所有的同仁上课，这样他外放的时候才会基本的东西才会知道。好 ，OK， 这个都例行的。那这3637案，江委员，就不用撤案了。好，那就撤案。那我们就先回到24案，请说明。是主席、各位委员、公众会执行长王佩莹报告。这个案子公共新闻稿委外案呢，是采购中央社的讯息服务平台。那这是缘由是因为我们的120个外馆里面有许多的外馆驻地呢，并没有活跃像足够活跃的媒体，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讯息服务平台呢，使这个驻外馆处的活动啦，还有相关的新闻稿能够在多家入口网站的新闻。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媒体露出。那由于这个相关的露出的这个讯息的内容呢，多半是外馆举办宣介我国以及我国软实力的这个公开的活动，那并这些讯息没有涉及植入性的行销，也没有影响行政中立。那主要的动机就是希望能够加强这个公众外交，还有全民外交的这个目标，能够争取国人对外交政策、外交施政以及我国的对外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与支持。所以我们这个采购呢，目前的契约是今年105年5月1号到107年的4月30日，那它的总金额是95万，也就是两年的约95万按季支付。所以我们目前我们觉得这个露出的效益是不错的，但我们未来也会积极的跟中央社方面加强的督导他们，希望能够争取更好的露出。那我们很恳请这个委员们能够支持这个很少的预算，然后我们会加强跟他们在这个精进他们的露出的方式来跟他们配合。谢谢委员。好，请蔡委员。谢谢。其实我就看过中央社你们的新闻，然后我是觉得有问题，所以我们才会办公室才会提这个冻结的案子。那你刚才讲说中央社跟你们的合约是多少钱？总金额95万，两年按季支付。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外交部之外，其他的政府部门有在跟中央社合作这个方案吗？什么交通部观光局啦，或者其他政府单位？我们可以继续再了解一下。有没有？目前我不晓得有。那我的意思，你们外馆的活动，你们也可以回过来，你们自己发。是，因为你的外馆活动也有，你给中央社发。是我们也有自己发，我们的外馆，我们的全球这个网站呢，我们自己也有贴外馆消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外你的外馆是海外的嘛，不是台湾的嘛？对对。啊，你海外的活动，你拿回来给台湾的中央社发，啊，你要给谁刊登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因为中央社它具有这个跟很多的这个入口网站，所以你的重点是希望让国人知道外馆在做什么事情。对，就是让国人能够晓得我们的对外关系，还有我们外交政策。可是中央社帮你发稿，为什么要钱？不是帮我们发稿，我们只希望它能够让我们的新闻能够有更多的露出。啊、所以它是帮你露出，为什么要钱？它是中央社，它这个是一个中央社的讯息服务平台的服务。那是广告啦。我跟你讲，因为我刚好之前要请中央社董事长下台。好，我跟你讲，我也不讲你所托非人了。第一个，你们的新闻是新闻稿，所以中央社写新闻稿不管是外馆或者国内，那是正常的新闻，你只要公发稿他就会给你刊登嘛，这不用钱嘛。是，你们现在做的叫做新闻露出，也不叫植入性行销，可能在他的网路公告地方把它抬到第一位，或者把它放在哪个显著的地位，你们在做这个事情吗？是，就是一个平台。所以你们是显著在哪里？在中央社本身的网站吗？还是其他的别人的网站？不是，我们是希望他，因为我们给把稿子透过中央社，他因为他有许多媒体跟入口网站的这个签约公稿的合作契约，所以他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转载。你付费让他公稿，优先把你供给其他相关媒体网站。是，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露出，可以让更多的国人在不同的媒体跟载台上看见跟外交相关的讯息。所以你这总共100万，95万，而且是两年的约。OK， 两年95万，你们这样露出几则了？
这个我们来统计一下，跟委员报告。然后在哪些网站？好，我们会做这个统计来跟。基本上我连中央政本身露出的网站都不多了，你知道吗？但我们会就是说，如果委员能够让我们保留这个计划的话，我们会努力的去把它实施的更好一些。我会建议这样，好不好？因为这样是我提的啦。我建议就是说，哦，你说总经费95万嘛，对，对不对？两年约，两年，你什么时候开始要签？已经签了，这是105年5月1号到105年5月1号。那我现在预算把你砍掉的话嘞，就。对，这是一个，这个要申请，这个是刚刚 renew 的约，这是两年的约。不是 啊，你105，这个是编105年到107年5月嘛的预算嘛，对不对？是，对嘛？所以你105年你已经跟他签约了，我们现在才在审预算呢，那不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更新的案子，就是这个不是新的，它是一个 renew， 它已经它是在执行当中。你这笔预算什么时候跟中央社要付给他啊？他是按季四个，就是按每三个月付一次的，他是按季支付，然后他是其约是两年。那你的一季是一季三个月？包委员，我们这边好像今年哈，我们是用四个月支付按来分，今年会支316000多，那明年的话会支474000多，那后年预备整年也是474000多，大概是这个。这个预算额度，对啊，那你刚刚想说你今年度，那你明年度编多少钱呢、啊？你不是你编90几万？不是，那你编90几万付给他40几万，那另外40几万去哪里？包委员，我们这个细部的这个编法，我回去再了解一下。那不然这样好了，我就你先冻结1/10啦，然后你们回去再过来。然后一样签约时间，你不能这种签法啦，我觉得这个很夸张。24案冻结1/10。他，你说他这个钱是编多少钱？90几是不是？95，一共95万，两年的契约。那就冻95的那一个部分好了啦，说明完之后就好了。高板欧的 bargain 啊，冻9万。高板欧，谢谢委员。然后就让他那个写了完之后再做。但是以后你如果再这样的话，就是把你全部都冻掉或删掉了。好，这是冻结1/10啊，经同意书面报告啊，同意之后使得动支。那蔡委，你还要主决议嘛，是吗？不用了，就书面报告。书面报告，那以后这个约就要做，尽量以后都要调整在一月份，不要在中间的月份，可以吗？可以，可以，好，会就调整在我们预算审完之后才可以。好，好才可以使用。好，调整在一月份。调整，好，95万的1/10，95000元。谢谢。好，那我们回到21跟22。21是谁？都是主计处啊。主计处报告。刚刚我们整目哈。冻结了减列450万，冻结709万5000元。那请21、22案的提案委员徐委员，好，刚刚我们那个细目讨论的部分。啊，谢谢主席。主席，我在案由里面也应该说得很详细的了，那里面就是只有物品会的说明的比较清楚，其他的说明就比较不清楚，所以我们是减列那个600多万这样子。减列600多万，那这些已经总共减列了450万了，你要再增加是吗？哦，不是不是，因为刚才我是还没来的，我不知道刚才讨论的结果怎样的。就我刚刚跟你报告说，因为这21、22是大目哈，那我们在这个一级跟二级部分的细项费用里面，全部从23案到37案，总共是减列了450万，冻结709万5000元。好，我没减。没意见，那就是照这样子的简略方式。好，那请问李委员。
对，我冻结四分之一，那许志荣委员。刚刚已经冻结了7095000，那就是四分之一啊，刚好四分之一，跟你的一样，好，那就不增加了哈，不增加，那就是说依照刚刚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结果，也希望说这个单位要提出相关的书面报告，有书面报告也好，好，好。那就总共是减列450万，冻结7095000元。那我们接下一案38到41，请说明。B 三十，请宣读。B 38到41同为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B 38北美事务协调会水电费竟高于通讯费，显见该委员会甚少与美方人士联系。原针对。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予以减列549000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B 39，北美事务协调会今日是否存在之必要，应予检讨。原针对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编列254万9000元，全数冻结。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徐志荣、吕玉玲。B 40。鉴于处理美国在台协会签旨案相关行政作业未说明相关细项及办理事宜，原针对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之业务费预算编列254万9000元，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诗应、刘世芳、吕孙玲。 B 41，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特别费编列158000元，查首长特别费多为公关馈赠用途，难以看出绩效，源于减列1/10，即15000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以上宣读。来，请说明。报告主席和各委员。你是哪个单位？北协秘书长王乐生报告。各位委员所关切的几个事项，我们提出说明。事实上，北协跟 AIT 的联系是相当的密切，那么我们所承办的业务，除了双边的一些实质业务的咨商，也包括US visit， 有双边高层的我们高层赴访的一些活动，也是经过了北协来处理。此外呢，我们有一些中央部会还有机关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也是透过北协来办理签证的事情。那么同时我们国人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呢，有一些免签的一些有一些碰到一些困难，也是由我们北协来协助解决。同时呢，双方我们的派驻人员的特权豁免还有这个礼遇的部分，也是经过北协来处理。另外有关于司法法律文书的呈转，也是经过北协来处理。那么至于 AIT， 它这个新的管址在1999年动工以后呢，到现在已经有6年，本来预计是在今年要搬到新址，但是因为工程的延宕，我们大概在2个礼拜前还跟 AIT 在联系，大概是在他们说也希望能够在明年的下半年能够迁入到新址。所以我们这个因为承租博爱路133号的这个 AIT 线的限址，所以我们这个预算呢希望能够保留到明年来执行。那么同时呢，我们和 AIT 之间双边的实质联系也是很多，有时候 AIT 也会定期的和北协就有关的问题来諮商。我们同时也会在美国在台协会驻华的官员以及美方派在台湾学习中文的一些官员，以及我们外交部新进的同仁还有相关的主管人员，我们也会定期的举办活动，增进彼此的联系。所以这几个案子我们还是恳请各位委员是不是可以不要简列，谢谢。好，请提案委员江委员。那个北协啊，北协我们都知道啊，基本上就是白手套了啊。那我这边会提出来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你那个8000多万这个事情啊，因为
之前我们看预算你也没有说明啊，这次提出来之后你才有说明啊，所以这个是因为还没有搬进去的关系嘛，对不对？那未来是要跟他们租是不是？是是。那一次就要付99年了。因为99年的，因为 AIT 也是相对付内湖那块建他们新馆的那个地址也是付99年，也是付99，相对也是一次付吗？也是一次付，他们付了3亿4千多万。他付3亿4千多，然后我们这边付给他8千多。是的。我们北协有用到那么大吗？我们就那一块地是美方的财产，我们99年是付8840几万，等于一年快100万了。是。基本上在到时候是跟他租用多大的面积啊？我们的面积是啊，1526平方公尺，除以3，100多平是不是？等于是100多平嘛。另外还要加上总共是3180平方公尺，3180平方公尺。是962平，全部900，就是里面我们未来跟他租用962平。就现在呢，博爱路那个，就是那一块就对了。那一块现在只有北协在里面嘛？啊，北协几个人？北协我们原额编制是北协2、3个还是4个而已吧？18个人，但是我们原额编制有18，但是我们只有9个人现在。因为配合行政院的原额的在里面办公了，根本只有5个吧？9个人了，是九个人，900多平啊？不是三对啊，9个人就900多平了，而且北协报告江委员，那是土地土地的，对北协的那个主委好像从来没有来过外交委员会。我们都没有来过嘛，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晓得他在干什么，感觉上就是一个闲缺啦，所以我这边才会提出把他的预算全部冻结啊，因为坦白讲，过去这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啊，北协没有错，是在我们跟对美关系上面，在一个所谓的法治上面我们要设立的，是啊，但是他的职务。他的工作内容，甚至有时候放的人啊，他都没有这方面的功能，都没有这方面的功能，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单位是有必要来做一个专案报告的，到底北协在做什么，所以我这边才会提一个冻结啦。那当然跟那个租金那个是该付，我们就是要付嘛。所以现在这笔钱还没付出去，还没有付出去，我们希望能够保留到明年能够。所以你现在是保留吗？是。好，所以这部分我是建议啦，冻结应该请北协要来说明一下，到底他们做哪些事情啦。还有，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北协的主委是谁，他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北协现任的主委是陶怡芬博士。对啊，请问他跟？整个的对美上面他负责什么，他有什么关系，就不是我的这个身份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业务到底负责什么嘛。实际上你整个对美业务我们都很清楚，就是你北美实在负责嘛。北协就是一个白手套，就是一个制度上他非得要设立的，在组织上面，在章程上面，或者在法制上面。可是他发挥了什么功能，还有他应该放什么人在那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一下。那就请他来做专案报告。否则这个位置只是沦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去啊，把他塞在那里去。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大，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高的位置，那个是14职等的位置。特任哦，没有，是特任，我就忘了是特任，是政务官，是部长级的。你占了一个部长级的缺，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他也从来没有到过立法院，而且你把行政院的组织章子摊出来看啊，行政院的组织里面啊，它的分支里面有一个就是北协，它还比外交部还跟外交部平行的位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找他来报告过了。那我们现在是排专案，好，请他
来做报告，好不好？所以我先冻结了，先冻结，然后专案报告。对对对，那个蔡适应哈，他也是同样针对这一案有提案呐哈。那我是联署人哈，那我也想来请教一下我们那个秘书长哈，就是蔡适应主要想要问的就是说，因为这是两年连续编列哈，这个所谓的行政作业费，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是连续两年编列，好，所以他想要知道说原因呐、啊，是不是可以请秘书长来说明一下好吗？是啊、报告主席及各位委员。有关我们这个行政作业费，大概我们是只编了10000元。事实上，我们这个10000块钱呢，就是协调相关的政府单位有关在这个怎么会10000元呢？我们只有编10000。处理美国在台协会签纸案相关行政作业费只有10000元，是我们只有10000元。那不是放在外交部里面，没有放在北协里面啊？放在外交部里面，这边有一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那这个执行不是放在你们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放在外交部，那放在外交部就放在，那就变成是北美司，放在北协里，预算放这里，但是 是北美司在处理这一块吗？不是，我们是北协在处理这一块啊，只有10000元，是啊，10000元，那我们为什么提了动100万？那你连续两年度编列10000元，那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是不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协调这个相关的单位到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行政的支出，所以我们编的非常的少。那还有一个业务费，下面有编列254.9万元是指哪一些？这是我们全部的预算，是全部的预算吗？是一年254.9万。9000元。对，刚秘书长有在报告目前那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办理的事项了哈。是。那我是觉得说，至少让人家知道说，它不是一个空壳哈，那还是有处理，包括我们赴美人员的这些签证，尤其是公务人员的签证，也是需要由这边处理嘛哈。是是。那我想我会建议蔡适应委员，就是说那个就不再冻结好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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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委员。秘书长，你刚刚讲那10000块是什么？这10000元就是我们，比如说 AIT 有关它的新址，它的因为在新建的那个大楼啊，它的这个办公大楼，有时候在协调的时候，我们有因为这是透过我们北协跟我们政府，像比如说台北市公务局，或者是交通部，或者是内政部营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杂支的这个支出，是杂支啊，是是是，我有说是一万元做。搬迁费那些不是，就是10000块，就是一些行政的杂支。好，那在40案是撤案嘛？哈，李委员，40案撤案掉哈。好，那还有徐志荣徐委员。因为我那边主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有些那个业务很彰显的话，他的通讯会编列的就。15万而已，那个水电费还40几万，所以我在案由里面讲的就是，应该如果联系很密切的话，应该通讯费是不止这样子的钱的、啊，所以我是认为说功能可能也不是很那个，所以我才提的简列54.9万的这样子的。那我简列的部分至少要简列一点的、啊。要少一点还可以，也可以的。来，可以酌减多少？报告徐委员，我们北协全年大概才254.9万，那我们的预算编的是非常的，像我刚刚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的行政杂志只编了10000元，所以这个大概都是我们平常日常的支出，还是恳请是不是各位委员能够不要减列？149000。149000呢？是，可以吧？啊，149000，现在是549000，前列149000。不是，徐委员，我们全年大概只有254.9万，是不是？这可能再减掉，我们实在是很紧。200多万嘞，我们全年大概才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一个月业务费也才
20万。两百多万，我才结14万多呢。减掉10万块。啊，干脆那个了，49000好了啦。49000。谢谢徐委员。好，谢谢。38案减列49000元，科目字条。好，谢谢。然后41案哈，这个是特别费啦，在国防部跟侨委会，他们都大概都1/10啦，是是，好，就减列1/10，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哎，主席，那39案。我的你没有处理啊，39万就是专案报告。对对啊，他要来专案报告。哎，对，做专案报告。啊、哦，我动100了，让他可以有一些水电可以先用嘛，好不好？好，那38案就是减列49000元，39案专案报告冻结100元，100万元，40案是撤案，那41案就是减列15000元。谢谢。科目字条哈，好，42案、42、43。B42，外交部一般行政项下桃园国际机场接待式基本行政维持，编列7165000元，与105年度预算数额相同，是否在临机预算精神下筹编，令人质疑。源于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李玉林、林长佐、徐志荣。B43案。外交部年年编列桃园国际机场接待式行政维持费700余万元，未见特殊新增业务，原针对业务费716万5000元减列16万5000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以上宣读。请说明。主席、各位委员、秘书处报告，本部在桃园国际机场大概租用了两个贵宾室啊，106年编列的716万5000元啊。我想主要是在外交工作的艰困下，我想还有仍然有保留的这个必要。我们在一期航站这个地方，我们租用了83坪，在二期航站这地方租用了77坪，每个月每坪就租金2800元，一年的租金是574万，占预算的80%，这个部分是付给桃园机场公司的。所以扣掉这个租金啊，事实上两个贵宾室，我们每个贵宾室每个月的支用不到3万元，已经非常的节约精简。我想希望委员可以免于减列。来，提案委员。42跟43。好，我这个42哈，我问一下。我这边提的是有了减列200，冻结200啦、哦、那你那个接待式的基本行政维持，这里面的716万有包含你的租金吗？还是只有行政维持的费用？包委员，事实上包含租金，我刚跟委员报告过，租金就占这个预算的80%了。哦，716里面80%是租金，是不是？对对。所以你说总共租了几坪？我们一期航厦是83坪，二期77坪。啊，这个就是说有一些国外的访宾。对，是。对。这部分我不坚持的啊，这个我车没有关系。好，请徐委员。就没有这样减，你也不要减了。看你要减多少。我减的还可以接受吧。16万5千老爷。可以吗？同意吗？好，同意哈。同意减列16万5千元。好，那 B43减列16万5千元，科目字条。
那我们先刚刚有个主决议哈，32到34的主决议修正完毕了，先请宣读修正部分，在哪里？先宣读给委员了解，看可不可以。好，那个有关委员提案，外交部宣读如下。外交部106年度与一般行政工作计划项下之计划及资讯处理分支计划之资讯服务费，其中乃维护营运 NGO 双语网站。外交部 NGO 双语网站建制完成后，连连编列维护营运费经费，以确保该网站之运作功能，为事项预算之执行时，时而产生大量剩余，时而因预算不敷自需云用相关经费之应，显未依业务时需核实编列，且网站使用未具效益，是以外交部 NGO 双语网站每年维护营运的经费，迄今已投入逾2000余万元。除建制期间未依规定编列预算外，每年营运费亦未核实编列，而预算执行时而过裕，时而短促，不利经费之管控。鉴于外交部往年与 NGO 双语网站厂商契约日期为每年11月至次年10月，横跨两个会计年度。致使次年度预算执行率不如预期，建请外交部调整与厂商契约时间为1月至12月，并至107年度开始实施。以上。好，各位委员，这个文字修正有没有意见？在这个决议里面，好，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回过来到 B1 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回过来，刚刚保留的部分，是不是？刚刚我们也讨论过了。徐志荣徐委员，你也是提案委员，你有什么意见？不好意思，我刚刚是没有在场，之前有大家有初步的那个吗？大概就是增加的这个3亿啊，这三亿大概有2亿7千万是在于美金汇率的问题上，哎。就跟委员报告，因为那个汇率，我们106年是用32.45哦，跟105年是31.4，这里汇差就有2亿台币哦。另外，渔业署增加8个人，他的预算要3473万。另外，同仁那个考基晋级也大概要4000万哦。其实这样加起来，应该大概就要增加2亿7千万。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增编的大概就是2亿3千万。这一部分是确实是因为汇率变动的这个这中间差额的问题，那是不是恳请各位委员哦，是不是就支持？因为这个人事费就是是同仁的相关的那个待遇哎。徐委员，我不坚持，就看大家有共同提案的案子吧。好，我不坚持我的解列那个500万。好，那这边就不坚持了。那B 案总共是3减了596万3千元，冻结809万5千元。现在我们 B 案审完，我们先休息用餐，在2点我们再继续审。好，部院部长请假，我们2点再继续审。那请我们外交部的同仁在后面的案子，你们的比较积极一点，先与沟通好不好？来给你看，快艺术风哦，不要。
啊，被搞的三姐好几千万，你要努力啊，你这么想办法。而且临床呢，对，而且临床是要补充，就是告诉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他们治疗，他们讲一下，都没讲，到处狂讲，每一案都要讲，每一案都是公共治疗。市长，你的便当放这边好，还是在那边吃？你的便当当然在放上面。雪妮，你下午还要来吗？你下午还要来吗？他处理了，不要再处理了。是，他说第二轮，他说如果不行的话，第二轮要重新再把它重新出来。你现在没有处理掉那个第二轮，然后也是更麻烦。他不是不行，因为他的问题。我跟你都不讲，我跟你说，那我们要给什么？我们两个在讨论他的，我们会去讨论。好，大概是什么？我跟你说，他的意思是说，他会没有处理，他到底没有问题。超过你们先不要做了，我们回去看看到底要什么，什么要用的什么样的表格，好不好？那今天没有来这边，就感谢先不好意思，好吗？好，谢谢，拜拜。是一个预估数，这样子应该是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也编不到实际上需要的东西。可是他后来回头有处理吗？他其实本来他是跟他说，就是会上，他说你不可能刚刚好是两个人，你又不能跟他讲，实在你没有。